我们上一集说到呢，桓温大将军开始北伐。那么他这次北伐的目标在哪儿呢？也就是说，关中地区当时自称天王的氐族，哎，这个部落首领苻建他建立的那个所谓的大秦。但他这个大秦呢，我们在那个中国历史上就是十六国的前秦。桓温在开始的时候啊，他率领这个禁军啊，出师非常顺利。 晋军的前军呢，分别攻取了上洛啊，就是今天陕西商州了，还有青泥。青泥呢，就是今天陕西的蓝田。那么晋将另外一位将领呢，就晋朝另外一位将领司马勋呢，他也从凉州啊出自五谷，然后呢也是攻伐前秦。那么当时前凉的秦州刺史，哎，这个王卓啊，他也配合啊东晋军队，呃、啊，他配合桓温呢进攻前秦的陈仓。 呃，陈仓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附近那个地方。当时呢，前秦国主哎、呃、是苻坚了，那阵儿还不是苻坚，呃，苻坚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呃吃惊，非常慌乱，他赶紧遣派遣他的太子叫苻常的这个太子吧，率领五万军队，在哪儿呢？在姚柳，姚柳就是今天陕西蓝田也是附近的一个地方吧，啊，在那儿扎下大营，迎战桓温。 府建的儿子呢，府生，哎，这个人呢是个独眼龙，但这个人特别勇敢，哎，常常是以一当百，以一当千。蓝田一战呢，他单骑突阵，啊，出入啊，杀出杀入啊，呃，数十次，所以说呢，把那个禁军将士啊，哎，吓得够呛，我觉得这个独眼龙真的是能战能杀。桓温啊，当然对于这些小的局部的东西，啊，你弄一府生啊，这如此勇猛没用。 他根本就是不为所动，他不害怕，他还亲自在阵前督阵，最终呢还是把前秦军队打得大败。不久呢，桓温他弟弟桓冲又在白鹿原哎大败前秦的丞相符弘啊所率领的军队。白鹿原呢，你看陈忠实先生这呃写那个书，基本就在那块儿，也就是今天陕西蓝田以西那个附近的地方。进军势如破竹啊，所以这个桓温啊率领那个军队连战连捷。 那么，在公元三百五十四年五月呢，就一直攻到了灞上。如今呢，大敌当前，前秦太子苻长啊，啊，这些他打不过这个桓温啊，就退守城南。那么，前秦的所谓的天王实际上也就是皇帝这个苻健呢，本人他和老弱啊什么几千残兵吧，就固守长安小城，在这个小城之前呢，啊，开挖深壕，然后呢，派遣精兵三万外出。 又和府长啊这个军队会合，这个呢，他们当时的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就只求能把长安守住。如果当时啊，我们这个桓温桓大将军马不停蹄啊，直接就进攻长安，我估计凭借这个锐气啊，还有刚刚得胜的这种士卒这种心理啊，应该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一举击灭前秦的府势啊，当时呢就能把这个关中地区收复了。但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善于出骑兵的桓温啊，这一次忽然持重了，他不出了，屯兵固垒，观望待变。他总想等长安城内啊，比如说那些人有人投降，有人接应自己，呃，晋军可以兵不血刃的来克复这个坚城。当时呢，长安附近啊，那个三府的郡县、啊，好多百姓，包括士兵，包括那些长官啊，都来迎降晋军，王师嘛。 当时对，对于对晋军来讲呢，就是形势大好。关中啊，那些老老人啊，纷纷的站在这个桓温的马前，流下眼泪，都非常哽咽。不图今日复睹关军，没想到、啊、我们老了老了，还能看到哎，我们晋朝的官军哎，这样盛大的军容。因为战乱啊，当时一直隐居在这个华阴山的有一位豪杰名士，叫什么叫王猛，他听说桓温入关中了、啊。 当时是披鹤夜织，鹤就是鹤就是等于粗布啊织的那种衣服。夜织呢就拜夜，然后呢闷湿耳谈当世之物，旁若无人、呃。这个就是、啊《世说新语》啊什么的都这样啊、呃、记载这个王莽。所以说闷湿耳谈也是魏晋风度的标志之一。什么叫闷湿耳谈呢？这个王莽边和这个桓温啊、呃、边聊天儿，边从那衣服里找虱子。 哎，咱们现在一听说，这也太不讲卫生了，不是？这是魏晋名士的一个重要标识。因为那阵儿的名士，鲁迅那先生写过那个书嘛，因为名士穿粗布衣服，然后又有,有时吃那个五福散，浑身痒痒，再加上这个虱子，所以说这个闷湿耳谈呢，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度，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象的，觉得这人多不讲卫生。桓温呢，对王猛这个人呢，深加叹异，你们看这。 这大汉穿着一个粗布衣服，又又,又跟自己聊天，又在那儿摘狮子。但桓温就知道这是个奇人，他就问他：“我奉天子之命，率锐兵十万，啊，这个、就有点吹牛了。他当时只有四万兵马，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智者何也？你看，我奉晋朝的皇帝的命令，啊，就率领这个几万大军来到这关中地区，为百姓除掉这个残贼。” 那么三秦这些豪杰，像你这样的，就是你来了，别人都没来，这是为什么呢？王猛当时就回答：“民工您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现在呢距离长安咫尺之地，咫尺只要这么近了，您竟然不渡灞水进攻，百姓呢就不知道您到底想干些什么，所以呢许多豪杰就没有前来投附您。”桓温呢当时也是默然久之，然后呢他就答非所问，哎讲了一句。 哎，江东没有您这样的人物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也没回答王猛，我到底为什么啊不进攻长安，不渡过这个这个灞水？那么呢，他就跟王猛说：“哎，你这样的人物太那什么了，我们江东没有。”因此呢，当时他就封王猛呢什么一个官职叫军谋祭酒，这种是一个散官了，就类似于那种参谋吧，就是也没有什么实权，呃，但是就是位置还不低。 各种史书啊，当时都认为桓温啊，他当时攻伐前秦啊，他的初衷呢就是扬。你看我立了功之后，我功劳更大了，我回到这个朝廷之后呢，更能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不是真的想恢复关中地区和恢复中原。但实际上，我认为啊，当时的桓温啊，桓大将军还没有这么大私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他觉得兵力太少，他缺乏信心，像他四万兵。 而关中的秦兵呢，体格又高，况父秦兵耐苦战嘛。这个陕西人的体格魁梧，特别能善战，就跟他从前攻伐的那个蜀地的那些人啊啊、哎，那些蜀地士兵相比呢，他我觉得心中呢还是觉得有些犹豫，就怕自己的军队打不过啊这个前秦的兵马，因此呢，他就有了这种所谓的持重之心。我们要知道，这兵不厌诈呀、啊。 而且这个这兵贵神速，你如果想得过多，我最后呢常常会招致相反的结局。如果真像一些当时的那些历史学家或者那些官员啊想的桓文，桓温他就是想，哎，这个我想立一大功，回去我就把魏给篡了，把东晋皇帝的魏给篡了。如果真有这一个思念啊，他当时就可以马上把长安攻破了，然后呢再哎。 就是挟这种胜利之威呢，回到江东夺取地位，这更是易如反掌。他当时，我认为桓温还是想保全自己的生力军，他就是说，你看我最后看看，实在这个尽量就避免人命的这个士兵的损失。本来呢，桓温他就觉得，你看关中呢马上就要卖熟了，应该呢进军的军粮啊是没有问题的。不料呢，前秦军队呃倒是派人四处把那麦子都砍掉了。 坚壁清野，因此呢，晋军当时啊，很快他这个粮食就缺乏了，喘息已定，前秦军马这虽然说被这个就晋军一顿猛揍吧，慢慢之后他也立住阵脚了，然后呢愤愤反攻，毕竟是他他们自己的根据地嘛，而且当时的前秦大将苻雄呢和桓温，哎、呃，他又开始在白鹿原进行大战，哎，这次这个交战下来之后呢，晋军呢就作战不利，当时就被杀一万多人。 眼见情势不妙呢，桓温他就回撤了。前秦的太子抚长呢，就率领军队就一路追击。哎、呃，这个时候晋军呢又损失上万军马。抚长军队呢虽然得胜，但是这位太子呢命苦，他在军中中,中那个刘建，哎、呃、被射死。不久呢，晋军另外一位将领司马勋和王卓，哎、呃、这两部也屡遭败绩，呃、分别的被这个前秦军队打败了。 因此呢，呃，这两支军队也逃了，逃到哪儿？逃到略阳和就是又关中往后撤。更不利的是呢，哎，东晋这个将领就本来是属于东晋的，实际上是属于前凉的。这个王卓呢，竟然向前秦投降了。桓温到这个时候就知道，哎，这次北伐算白打了，北伐无功。在撤退前呢，他就等于是把这当时的这个附近的汉人三千多户，就等于是随军一起迁往江东。 因为当时啊，这个劳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经常把这个地方攻取下来之后，把那些老百姓啊全部一块儿带走。那么想起先前呢，王猛对自己的劝告，你看这桓温还觉得王猛确实个人才，他就以东晋朝廷的名义呢，拜王猛为高官都护。那对此呢，王猛还推辞不就，就说他并没有说跟着桓温一起去随着军队就是回到江南去当官，他没有。 他就依旧留在当地。十月份呢，桓温泱泱不快，就回军回到襄阳。桓温这次北伐呢，等于是大胜、中败，收获不大。他确实是取得这这这就是、就是、成绩也是很多，但是你说他的这个败吧，不算大败，算中败吧。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就公元三百五十六年元月。 那么先前叛离东晋这个羌酋，就羌族那个部酋的首领姚襄，占领许昌，他占领许昌之后得陇望蜀，他又想攻占洛阳。洛阳当时呢是谁站着呢？是晋朝的一个叛将，邹成在那儿把持着，双方激战，啊一时之间啊打得你死我活。姚襄这个人呢也是十六国时期一个非常有名的英雄，姚襄字景国。 他是后赵石虎啊，就那个坏蛋老皇帝，非常依赖的羌族。当时那个不求首领是姚弋中的他的儿子，这是第五个儿子。这个人呢，史书上记载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雄武多才艺。所以说，根据历史记载呢，这个人呢，哎，还不仅是有武，还有文，好学博通，雅言善谈。啊，谁跟他一聊，小伙长得又这么精神，马上就为之倾倒。 当年这姚襄投降晋朝之后呢，豫州刺史啊，就晋朝的豫州刺史谢尚，谢家的一个呃，这个特别大的一个玄坛家，也是一个风流人物。这个风流不是现在的意思啊，就是那种言谈举止特风流的。谢谢尚一见到这个人，哎、呃，这这个这个，姚、这、襄、个、之后也当时就是特别特别的倾倒，而且就是说、呃，跟他一聊之后，两个人就马上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们上几集说到呢，这个姚襄后来呢又跟晋朝哎闹翻脸了，所以说叛晋之后呢，他总想占据当时有山河四塞之故，这个洛阳，哎、啊、兴建啊他们家这个大业，所以说呢他就不惜呀啊损失他手下那些士兵的性命，猛攻洛阳坚城。那么公元三百五十六年七月呢，东晋朝廷就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都司、冀二州这个驻军士。 进讨辽襄，哎，这个呢就是桓大将军的第二次北伐了。当时呢，桓温啊，他是乘船，他从江陵率水陆大军浩浩荡荡直奔中原而来。夏天呢，当时还是天气非常晴朗。桓温呢，和他诸位的那些僚属手下的随员，然后登上大船的楼顶，北望中原。当时他就大声叹息道：“虽使神州陆沉，百年秋夕，王以辅助人。” 不得不任其责。你看，我们中原这样的神州大地，百年成为丘墟，都不是为我们晋朝所有。哎，王衍这些人啊，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可见呢，当时这个桓温对于王衍那些人的清谈误国啊，深恶痛绝。到了金城这个地方，就经过那金城，看到自己青年时代亲手所栽的柳树，当时已经茁壮这个长成大树了。 桓温呢也是慨然而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嗯，我们看《世说新语》，他当时呢就是攀枝折枝枝条。我们如果看《世说新语》啊，还有一些记载呢，就是当时那个情景还特是感动。桓大将军说完了之后，“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然后攀着那个柳树的枝条就悬然流涕。你看，时间飞快，岁月催人老啊！魏晋风度，魏晋风神，就在桓大将军。 他当时那种真情流露之际呢，我们就可窥见一斑。公元三百五十六年九月呢，桓温呢已经到达洛阳城南的这个易水了。当时下这个姚襄啊，赶紧撤围，聚兵结阵，来抵御晋军的进攻。姚襄当时还耍小聪明，他先把精兵埋伏在易水以北的密林当中，又派人送信给桓温，表示说什么呢？明公您亲率王室而来，姚襄我呢想奉身归命。 希望明公您啊下令三军稍稍后退一步，我呢一定要亲自拜伏在道左来迎候您。桓温是什么人？你说你骗他，哎，这样的如此这个小的伎俩，他就对姚襄派来的这个使者就说：“我这次来是兴复中原，恢复中原，我来又来拜我们这个晋朝皇帝的皇陵，跟你呀、啊，跟你们这个姚襄是没有关系。他要来相见，他就来。” 我马上就有机会，呃，见面，哎，不要再派烦你们这些啊这使者来来来来回回的这个费这些废话。你看此计不成，姚襄呢，他就是等于是率领他的那军队啊，他就是依据易水哎为平，然后以进军开战。桓温呢是结阵而前，他本人还亲自披甲督战。 啊，骑在马上，所以说这位大英雄是丝毫不惧，他也不怕什么飞箭啊、流矢啊，然后双方就开打了。桓温哎，他们家这个桓冲这位大将军啊，这些近将率领那些呃将领兵士，勇猛出锋，杀这个姚襄大败，当时啊把姚襄手下的数千人啊全部就地斩首。一看打不过晋军。 姚襄只能率领残兵啊，剩下的残兵数千啊,啊，奔逃在这个洛阳北山。由于姚襄这个人、啊、实际上是勇而爱民，他在洛阳附近的名声特别好，因此他即使是屡战屡败，许昌啊、洛阳附近那些老百姓都是扶老携幼啊，依旧一路跟随他，就跟当时这个先前这个刘备、刘玄德跑的时候啊，那些老百姓跟他那意思是一样的。 当时呢，还有谣言，就是姚襄啊，在这个打仗当中啊，伤重身死了。因此呢，这个桓温营中就刚刚被呃这个禁军所谓解救那些老百姓，好多人呢就望着那个北方啊，就是姚襄所在所跑的地方，都哭泣。可见姚襄这小伙子，当时确实有非常不凡那种人格魅力。反正打不过禁军，姚襄小伙子也没办法，他就往西跑。 他跑哪儿呢？他就跑到那个平阳，就往那个方向跑。平阳就是今天山西的临汾。桓温呢，这个时候他就召见姚襄从前的手下杨亮，就问：“哎，姚襄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因为桓温对姚襄不是说特别熟。杨亮就回答：“神明气宇，孙策之仇而雄武过之。”就是姚襄那小伙长得啊，就跟从前江东那孙策那小霸王似的。 但是呢，雄武就是他武艺，就是这种指挥这个才能啊，比孙策还要过啊，还要高出一筹。不久呢，逃离洛阳的姚襄呢，他又想哎去进攻关中，他就等于是开始呢就想和前秦啊，就当时这个这个姓福的这个福建啊，他跟他们开始争霸。当时呢，这个时候前秦国主已经不是福建了，福建已经死了，是福生他儿子。 这个府生一听，呵，这个姚襄来了，赶紧派他自己的堂兄，这个这个人叫府黄眉啊，还有府坚啊，这些人为大将，和这个姚襄啊，在三原激战。三原在哪儿呢？就是今天陕西的三原县。双方大战一场，你想姚襄本来率领就是败兵，可就打不过这姓府的啊，他竟然在阵中呢被这个前秦啊士兵啊抓住之后给杀了。 当时呢，才二十七岁，他的弟弟呢，姚长啊，这个时候也没办法了，你想，手下没多少人马了，只能率领这个残众吧，就向前秦军队投降。再后来呢，前秦的苻坚大帝兵败淝水，当时那些各个部族的降将纷纷反叛前秦，姚长呢啊，最终啊，他也叛了，他也叛了，就是先前,前的这个呃救他命的这个苻坚了。最终呢，还是这个人。 把这个虎落平原的当时那福建大帝啊，给给给给勒死了，他等于就是当时也进来了秦，这个姚氏的秦呢，历史上呢就是十六国的后秦，他当时呢又把他的先前被这个前秦杀掉这个哥哥呢，呃追谥为魏武王，所以说这个当然是后话了，咱们到后来就慢慢就会补上这段历史。姚襄战败被杀了，前秦大将傅黄梅呢，本来啊当时还要把这个投降的这个。 姚襄他弟弟姚长啊，就当时也给斩了。关键时候呢，这个姚长呢是谁救了他呢？就是当时和傅黄眉一同为大将的，又是前秦宗室的这个傅坚求情。你看，就说这个姚长的小伙子长得也挺精神啊，这个人有能力啊，咱们就留他一命，为咱们国家，为咱们秦国来这个叫他报效吧。因此呢，所以当时真救了这个人的，真救了姚长的啊。嗯、所以说就是傅坚。 后来呢，姚苌把苻坚给勒死了，所以绝对是恩将仇报。姚襄败走了，哎，当时守洛阳的，就是先前东晋那个叛将邹城，这个时候一看呢，城底下禁军如此大胜，只得呢投降。为什么？你再跟得胜这个晋军打，这肯定也没什么好结果。桓温呢，于是呢率领大军入城，然后呢，他把军队呢屯守在个洛阳的旁边那个金庸城。 他本人呢，亲自率领辽蜀，然后拜夜西晋几处皇陵，然后把那些皇陵啊重新修葺一番。呃，这个等于是在这这么多年受到极大的破坏啊，那些皇帝陵墓。然后呢，他又留下两千兵士呢，在当地就镇守，把那些当地老百姓的三千多家呢，又往江南一带去迁。最后呢，把这个邹城。 这个投降的叛将呢，啊，把他用囚车装起来，然后呢，呃，返回建康复命。我们瞧这次北伐呢，等于是桓温应该是劳苦功高了，因此呢，晋朝呢，这个朝廷就改封桓温为南郡公，封他的儿子桓季呢为临贺县公。所以说，你看一门现在已经是两公了。至此呢，桓氏一族，你想他们桓家的子弟、兄弟子侄啊，都是掌握重镇和要职。 在当时呢，就显赫一时。公元三百六十一年，也就是晋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呢，桓温派他弟弟，呃，桓豁，都、缅、中七郡，啊，就是这个几部人马吧，提兵，然后回到许昌那地方，又大败前燕的大将慕容辰。六月呢，东晋的穆帝病死，哎，这个小伙子当时才十九岁。 穆帝死后啊，他当时没儿子，这小伙子当时没儿子，因此东晋的朝臣呢就拥立东晋成帝长子琅琊王司马丕为帝。这个司马丕呢就是东晋的哀帝。那么哀帝兴宁元年，就公元三百六十三年，前燕军队呢进攻洛阳，桓温呢呃派了数千人马呃前去救援，然后当时就是上书朝廷，就建议啊朝廷啊把都城。 啊，从健康迁到洛阳，这个时候的桓温官儿已经很大了，他还是侍中啊、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这个威势莫比。他当时呢他说这一句话呢，呃，晋廷上下呢一听，都心里打鼓，惶惶不可终日。桓温当时这所谓的迁都之意，实际上是虚张声势，就是想吓唬吓唬这个东晋朝廷。 啊，就是吓唬吓唬那些这个已经这个，在在在朝廷里，就那些当大官的吧，那些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南迁江东这么久，这些东晋官吏，无论高官还是小官，都在江南是安家立业，而且他们这个家庭啊，这个什么广占山泽，啊，这这这个这这，你想这个又买了不少地，买了不少好宅子，真正让他们北迁洛阳，这帮人。 肯定就会丢掉几十年辛苦积攒下来的家业，而且呢，洛阳那地方地处前线，那保不准哪天呢、呃、又失手了。你想周围的这些部族都虎视眈眈，啊、呃，到那个时候呢，身家性命可能就一招玩完了。健康的朝廷那些官员呢，议来议去，最后呢，还是那个扬州刺史王树啊，他当时就点名了，就跟这帮大臣们说：“啊、桓温啊，不过是以此来恫吓朝廷。” 因此，他就出主意什么呢？咱们现在啊，就答应他。你那不说要迁都吗？好，我们就准备听你的意见。于是呢，当时东晋的朝廷就以皇帝的名义，哎，然后下诏，就说告诉了桓温，呃，既然您这个有这个意思，我们就想遵从您的这个意思去迁都了。这样呢，等于是桓温又有台阶下了。你看，我想干什么，朝廷又从了。实际上呢，到底迁不迁都呢？肯定就不迁都了。 因此呢，迁都洛阳这个事儿呢，慢慢也就不了了之，也没人再提了。东晋哀帝，哎，他当了皇帝没过三四年，他就在公元356年就病死了，当时呢，他才25岁。那么他的同母弟呢，司马懿这个时候就被大臣们啊推立上位了。这个人就是东晋废帝，后来被废为海西公了。在历史上呢，他就以东晋废帝这个名号啊出名。 这司马懿继位之后啊，东晋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完全都是握在这个桓温手中。这时候的桓大将军呢，慢慢呢就就是把这个晋朝取代的这样的想法。平时无聊呢，这个桓大将军常常躺在这个床上，他那个床呢又类似于今天的这种罗汉床，啊，又类似于那种坐床，就是一种大的坐床，并不是真正的卧室里那个床。 他就就是躺在就是今天就说躺在这个罗汉床上，就是半半倚半躺嘛，就对自己的那些特别亲信的那些官员就讲，哎，唯尔寄之，将为文景所笑。意思是什么呢？你看我现在，这个也干不了什么大事，默默无为，呃，就我这样的这个现在这个举动啊，肯定会被从前的曹丕啊、司马师啊那样的这个俊杰啊，他们将会在地下笑话我，我这位活人。 所以文呢是指魏文帝，景呢是指这个晋景帝。众人一听桓大将军如此说话呢，也都不好意思应对，非常惶恐。为什么呢？面面相觑啊！你这这就大将军，你这个是是想篡位啊？也也没办也没办法接这话茬。桓温呢，当时就推枕而起，朗言道，就大声说：“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应骂名千载。”由此呢，我们可见当时桓温那种。 雄豪不臣之心呢，已经是不可自抑了。这也是一个千古名言啊：“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一营骂名千载。”这句话就是桓温桓大将军说的。桓温呢，他毕竟是作为武人，他总想以军功啊树立他的威信。他一直想干嘛呢？北上再打大胜仗。这个时候呢，打完大胜仗之后，哎，再回到江东，心安理得。 把这司马家的皇位啊夺、呃、到手，但人算不如天算，战场上风云突变，胜负呢是有时候决于呼吸之间。你不是说你想打胜仗，你就能打胜仗，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而当时呢，中原形势对于晋朝来讲呢非常不乐观。呃，前燕的这个鲜卑慕容氏呢派出兵马和东晋呢在许昌一直在打，打了好几次拉锯战，最终呢东晋把许昌给丢了。 兴宁年间呢，哎，淮阳一带也失守了。最后那个洛阳城的守将，晋朝的守将，一看我这孤城难守，许昌什么都没了，就找个借口，他自己带兵逃离了，只留下沈进一个人，带领区区五百人守城。我们前面讲过啊，就讲到王冲的时候，这个沈进是谁呢？就是我们前面交代过，这位沈进就是王敦，就是当时这个跟西晋决裂、所谓反叛的呃王敦。 他的所谓逆党头子沈聪沈聪的儿子沈进呢，后来被朝廷赦免，他就一直想以这种以身殉国的这样的一种英武的一种行为呢，挽回他们沈氏家族的名声。哎，他就等着这种光荣的机会了。公元三百六十五年呢，前燕的名将慕容恪、慕容垂啊，这兄弟俩率兵进攻这个洛阳。洛阳呢，你想才五百兵马，肯定守不住了。最后这沈进的壮烈死节。 不久呢，什么鲁郡呢、啊，高平啊、宛城啊，什么这些地方，慢慢的都被前燕军队攻取了。燕军呢，甚至攻略到汉水以北地区，然后呢大掠而去，就把老百姓啊、什么那些财物全抢走了。东晋海西宫太和呃三年，就公元三百六十八年，呃，就是晋廷，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加封大司马桓温呢以殊礼，让他的这个地位呢。 位在司马氏的呃诸侯王之上。转年五月呢，这桓温呢，你想他又自领徐州、兖州刺史，然后率领兵马五万，从姑熟出发，进行他的第三次北伐。到七月呢，桓温他率领大军呢开拔到金乡，因为当时天旱水绝，是水路不通了，他让属下的这个将军毛虎生派人在巨野凿河道三百里，他想把这文水啊引过来。 然后和那清水交汇，啊，这个时候呢，哎，大小的这个进军军船啊，然后才能呃，再借着水道行走。当时这个人员还真不少，连绵数百里，啊，气势汹汹。桓温手下最重要的模式是谁呢？叫西超。他当时就献计，就说：“你看，清水入河，就清水入黄河是难以通运的。如果敌人跟我们相持不战，我们运粮的这个运道断绝，那样我们就陷入这个。” 危险的境地，我们现在不如啊率领全军直驱邺城，鲜卑敌寇啊畏惧明公您的威名，肯定会望风逃溃，远遁辽杰之地，肯定往现在的就是这个呃东北那方向跑。如果他们敢进战我军，就敢和我们这个晋军交战，我觉得大事也可以立见胜败，因为他确实打不过我们。如果燕军坚守不出，四周百姓啊。 肯定会为我军所用，因为我们是大晋的王师啊，易水以南尽在我们掌握之中。桓温听了西超这个建议，他摇头。一战而决胜负，就桓温这个时候认为什么？太轻率了，他不敢尝试。西超一听，主公不接纳这个建议，他又献计：我们还可以屯兵在黄河济水一带，还控引漕运，等到我们的资储啊、军粮、啊、什么这些东西完备了，我们的后勤赶上了。 明年夏天我们再进兵，桓温又摇头，为什么呢？他害怕时间一长啊，燕军啊得以四处啊就有所准备了，啊、呃、如此呢这北伐呢再次师出无功，他怕这个结果。西超一看主公这两计策都不接纳，就非常忧虑，哎舍此二策，进军北上，啊进不能速决，退必遭阻遏。如果鲜卑和我们的这个大晋军队不战相持。 等到了秋冬时分，我们的这个粮草啊、后勤啊、军需啊，呃，就很难呃在供给的上了。为什么河道就冻结了？所以说后勤就难以保障了。而且呢，到了这个北方啊，寒冷的非常早。我们这些将士都是江南啊、呃、之地的这些的将士，又没有那种毛球啊、厚布那种冬装，到时候真正相持到那个时候，难免饥寒。你想。 又缺吃的，又缺衣服，所以说食物啊和这个后勤补给啊这些东西，绝对是战争的颜料。没这个东西，战争根本打不下去。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向深谋远虑的桓温啊，对西超这个高参的建议啊，哎都不采纳。他呢就继续领兵北上。你别说，只要是一打仗，每战皆捷。就葫芦一战，葫芦在今天山东的鱼台。 还就把这个燕朝的这个大将军慕容忠啊，就被活生擒了。那么黄须一战，黄须在今天河南开封以东吧，然后这个大败燕将这个慕容立两万进击。那么临楚一战呢，临楚在今天河南的新郑，又把燕将的这个一个叫傅延的这个大将给打败了。不久呢，燕国的高平太守一看、啊，哎，晋军太厉害，那高平打都没打，他是举军投降。 到了八月呢，桓温呢就把这个军队啊屯扎在武阳。武阳呢就是在今天山东的这个莘县，由于当地人啊，当地的那个汉人啊接应，桓温很快呢就抵达到方头。方头就是今天河南的浚县。听到晋军前锋已经到达方头了，这个国燕国就是前燕这个国主慕容伟和他手下那个大臣太傅慕容平啊，那吓得就是真，这确实是这个、呃、肝胆俱裂。 他们怎么办呢？进军已经到了离咱首都这么近的地方了，赶紧跑吧。因此呢，他们就准备啊，要逃奔到燕国的原先的那个首都和龙，就和龙今天辽宁的朝阳那地方，来避桓温的军风。你看，燕国上下吓得这个都是肝胆俱裂之时呢。燕国的这个宗室，当时是吴王这个慕容垂，他自告奋勇，他怎么表示呢？ 哎，请命令臣下我啊，率众击之，率众抵御进军。如果我不胜，咱们再逃跑也不晚。慕容伟呢，这个国主呢，虽然年纪轻，哎，这个时候还算当断立断，没有说不连慕容垂都不听，他就自己先跑了，就说行，这吴王你先试一下。然后呢，他下令以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给他五万兵马抵拒进军。同时呢，这个前燕又派使臣去前秦。 啊，当时这姓傅的他们家啊，求取救兵，当时还答应，就是说如果我们这国家保住了，把晋军打败，我们把虎牢以西的那个地方都割给秦国啊，作为酬谢。这个时候，前秦的国主啊已经是苻坚了，他已经把他那个堂兄弟苻生啊，就等于给抓起来杀掉，他当国主，他当皇帝了、啊，他就把王莽啊这些大臣，啊，都召集在朝堂之上，就商议对策。 这个时候，前秦的这些大臣呢，好多人都表示：你看，从前桓温率领军队来攻打我们，燕国不救；现在呢，桓温攻打燕国，算了，我们也不救他，咱们就在旁边袖手旁观。王猛这个人呢，深谋远虑，他当时啊，就是私下里劝服坚说：，就皇帝，燕国虽然说很强大，但是跟桓温相比，他们的军队绝对不是对手。一旦桓 啊，他率领这个大军进屯到洛阳地区，把幽州啊、冀州啊那些啊这个地方都收复了，然后他把这些地方的兵马都变成他自己的手下的兵马，然后再把滨州、豫州啊那些地区的这个粮草聚集起来，肯定会集中精力再来进攻我们关中。那个时候呢，我们肯定就完了，大势已去了。所以呢，不如现在，哎，我们就和燕国合兵。 就来抵拒桓温，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桓温一旦败走，燕国呢实际上也肯定丧失元气了。到时我们再趁机会，哎，慢慢的相图。苻坚呢对王猛这个人是言听计从，马上派军二万前去支援前燕。桓温这边呢逡巡观望，耽误了大好时机。所有的最后的发生的一切都和他那个手下高参西超预料的一样，就先前那么。 开凿那个水道啊，这皇宫毒啊，就因为干旱，水位下降，因此水稻运粮是不可能的。那么晋朝的将领元贞呢，他也没能如期打通石门，就是汴口那个地方，那条水路呢也断绝了。因此到了十月份呢，燕将李规他又率领这个大军呢，切断桓温那个陆路的粮道。至此呢，就整个的战争的形式就开始向这个慕容鲜卑这个燕军一方倾斜了。 燕将慕容奏呢率领一千骑兵啊和晋军相遇，他当时对属下说：“晋人轻佻，怯于陷敌，勇于成退。我们现在应该假装啊，这、呃、这个败走，来诱使他们先来进击。就是晋军啊，这个人非常就是他们这些人打仗就是真正的就是冲锋陷阵，他们没那胆儿。但是只要是敌敌人像咱们一败退，他马上就追。果然，这两、个、百多个燕军骑兵啊前来挑战。” 打了一会儿，他就假装跑嘛，假装败了嘛。晋军一见势，随后猛追，哎，正好陷到慕容昼的埋伏圈儿。所以说，一战下来，几千晋军人马啊、哎，就损失掉了，就被人杀了。由此呢，晋军夺气。接下来呢，桓温率领的晋军呢，又数次、啊、遭受这个失败，慢慢的呢，就粮草就接济不上了。这个时候听到说，哎，秦国就当时前秦了，这个援军又赶到，无奈之下呢。 桓温只得下令，就把这些舟船都焚毁掉，把辎重啊、铠铠甲啊什么这些，呃，车啊什么的全烧了，从陆路急行军撤退。桓温呢，当时从哪儿撤？是从东燕，就是今天河南汲县、啊、这地方出沧源。沿途呢，他也不敢喝河水，为什么呢？士军士兵急行军实际上挺渴的，就是怕燕军在这河水底下毒。 所以说，每每到了一地方呢，就得派士兵啊，费老大劲，就开凿那井，挖井取取水。你想啊，晋军又累又饿，呃，又灌了一大肚子水饱，因此是仓皇回逃，日夜兼行，七百里马不停蹄。当然还有好多陆军了，也是跟着跑。当时呢，前燕哎，他的人家这个将士这阵来了精神了，个个摩拳擦掌，自告奋勇，就是一定要追杀晋兵。 这个时候呢，燕国这个吴王慕容垂老谋深算，他说：“现在还真不可急追。桓呢”桓温呢撤兵时候非常惶恐，他肯定啊殿后的军队啊啊，他肯定命令这殿后的军队严加设备，肯定挑选特别精锐的军事殿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是急着追啊，他有准备的这个后军啊，这进军我们是不易得手的。那么进兵呢，昼夜急行。 心中呢，必庆幸我们没有发兵追击，你让他先跑，等这帮人跑累了，力尽气衰之时，我们再一举攻击，肯定大胜。于是呢，慕容垂他不慌不忙，亲率八千精骑，然后就一直慢慢跟着进军之后，就一路尾随，还不是离的这个进军特近，让进军特害怕，然后就产生那种严备之心没有。数日之后，就感觉到晋兵在这阵跑着已经力乏了。 而且这已经松懈了，已经丧失警惕了。慕容垂就急忙下令，可以直击桓温军队。燕军士兵啊，这个时候个个是扬鞭跃马，手持利刃，就在襄邑，哎，就就把晋军给追到了。襄邑就是今天的河南的睢县。那么晋军皇急之下呢，起先还挣扎抵抗，不久呢，先前回到这个襄邑东建的这个燕国的，哎，他那范阳王慕容德。 这四千伏兵就提前埋伏在那儿，也突然杀出，呃，忽然大叫着就是杀到跟前，等于说燕军这两方面一夹击，晋军大败。这个时候呢，这次大败下来呢，就被燕军斩首三万余骑，三万多这个呃晋军将士就死在这儿。晋朝的军队呢，逃到乔郡这个地方，又遭到一支燕军的袭击，所以上万人马又被杀了。 所以说这次桓温北伐，又是以失败告终。那么到底，哎，桓温他这次北伐为什么失败呢？我们下一集呢，再好好说一下。 我们上一集讲到呢，这个桓温，呃，第三次这个北伐呢又失败了。实际上呢，早在桓温第三次这个北伐之前，当时占领关中地区的前秦啊，他有两位大臣，这两位大臣之间呢有一段对话，实际上他们都预料到，桓温这次来肯定会失败。 当时这两位对话的人是谁呢？就是前秦的太子太傅封福，另外一位大臣呢叫申胤。这个封福就问申胤：“桓温势众强整，长流猛进，今大军军巡高岸，兵不接任，结果会如何呢？”申胤当时就回答：“从桓温现在的势头来讲，似乎大有可为，但我认为他必定不会成功。” 为什么呢？因为晋朝皇室衰弱，桓温专治其国，晋朝那些大臣们未必和他同心同意，所以呢，桓温得胜，这是晋朝那些大臣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挠其事。而且呢，桓温这个人骄而示众，怯于应变，以大军深入，放着大好机会不加以利用，反而你看。 隔着河持重观望，欲图不战而取全胜。如果日后啊晋军一旦缺粮少这个后勤支持，他马上军队的这士兵啊啊信心就会丧失，肯定会不战自败。由此可见呢，当时前秦那个大臣申胤这一席话，百分之百几乎就预言了方头之败的啊这个桓温军队的下场。所以说，内部之间那种三心二意不团结、啊，等于是东晋。 这个群臣啊，一直不能北伐胜利的最关键的因素。那么，公元三百六十八年十一月，桓温呢，收集剩下的残兵败将吧，在山阳啊屯扎。山阳就今天江苏的淮安，稍微呢才能喘口气。这次北伐呢，等于就是完完全全的失败。东晋大军如此大败而还，晋朝的皇帝呢，依旧派人呢。 携着大批的这个牛酒了，就是酒肉吧，来到山阳犒劳军队，还派遣的会稽王啊司马昱在途中呢迎接桓温。郁闷之中呢，祸不单行，桓温的结发妻子呢南康公主不久也病逝了。所以说，此时的老英雄啊，烦闷至极，他是深以方头之败为耻。同时呢，他差遣百姓呢大筑广陵城。 自己呢率领这个军队，呃，这个驻扎于其中。由于在东晋内部屡起兵役，你想这么多大军数出，加上当时呢瘟疫流行，所以说当时江南一带的百姓啊,啊确实非常痛苦，死者近半。由此呢，经过再经过这次大败，一时之间呢桓大英雄这个威望啊啊就越来越受到损耗，远近皆怒。 又是哀叹，又是这个怒骂桓温。你看，把我们家的这个子弟全弄死了。方头大败之后呢，这桓温啊，也想把这个罪责啊推到别人身上，他就上表朝廷，是说什么？就是那元真，他没有打开这个石门水路，才使我们禁军呢丧失了水上退路，还有那个粮草辎重的这种供应。所以说，要朝廷啊治元真的罪。这个元真当然不服了，认为桓温呢是诬陷自己。 又以他也上表，就是说这个桓温啊，这些大败的这个罪状，都是因由由于桓温带兵不力。对此呢，晋朝他这个健康那个朝臣啊，也不敢评判谁对谁错，因为什么呢？元贞确实有理，因为他不是这个统帅嘛。但你要说说桓大将军说他错，谁也不敢啊。桓温虽然大败了。 但是这个时候，军政大权呢还是在他手中，因此呢也没人敢拿他挑刺儿。那元真一怒之下呢，你看他干出什么事儿来了？他那不占他他在寿春的守城嘛，一下他就携带这个寿春城所有的都辎重、所有的仓储、所有的百姓，就向前燕投降了。这个消息一传来，桓温大怒，马上提兵而进，费了近一年时间。 才在太和六年，就公元三百七十一年，重新把这寿春从这个前燕军队的手中给收复了。当时那元真呢，又病又吓死了。桓温呢，攻入城内之后，就把元真的儿子元瑾，还有他手下那些主要的谋士全杀了。攻克寿春之后呢，桓温就问自己手下的参军西超，就是高参，哎，此役足以雪方头之耻乎？你看咱们现在又把寿春收复了，咱们能？ 一雪方头之败的前耻吗？西超等于是一直是桓温最主要、最亲密的心腹，当然知道主公有言外之意。哎，不久呢，两个人的夜中密谈，西超就说：“明公您现在当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败于方头，未见不世之勋。假如您不能再行大事，不足以震慑四海民心。” 桓温也明知故问：“我还能干什么大事儿呢？”明公，如果您不行，一引霍光之事。什么叫一引霍光之事？就一引故事，那意思就是把旧的皇帝废了，再立新帝。如果您不干这样的事儿，您就不能重新树立威权。桓温啊，一听连连点头。本来他是想北伐得胜之后，返回江东啊，受个九次，然后就把晋朝给取代。不料呢，大败而回。 九次就谈不上了，你这个窜进的步伐呢，这个步骤呢，也不得不放缓下来。思来想去，桓温也只能听从西超的建议，就先把这东晋皇帝啊司马懿废掉再说。这司马懿也挺倒霉的，你想他继位没多久啊，他实际上当皇帝之后一直特别礼敬桓温，呃，真正的大权呢，这个朝廷的大权呢，也没在他手中，在那个的会稽王司马昱。 哎，等等那些王公大臣手里，所以他自己没什么过错。要说有过错呢，也就错在哎，他就是坐在皇帝的位子上。公元三百七十一年十一月，桓温就下决心废掉当朝的皇帝司马懿。但是呢，这个皇帝呢，他一向特别恭谨，对上对下他都没什么过错。桓温呢，就只能哎拿这个床床泽之事来说事儿。 上表之时呢，桓温西超派人在民间散布小道消息，啊，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司马懿啊，私生活太乱，这个反正生的孩子或者是他的自己的来历都可疑。由此呢，当时这个朝野议论纷纷，莫知真伪。到了公元三百七十一年年底，桓温呢亲自率兵，啊，这个回到建康，派人呢。 给楚太后那楚算子捎话，就说我自己要废掉司马懿，要立东晋元帝的小儿子。当时是当会稽王这个司马懿当皇帝，而且呢，这个时候他已经把以皇太后名义写好这个诏书底稿都给这个楚太后看。楚太后当时呢正在佛堂拜佛，一看这人送上这个大司马这个急奏，赶忙起身啊，然后他也就依着佛堂门看了几眼，他。 不可能，他有主意。无奈之余，他就对来人表示：“哎，我本来就怀疑皇帝有此事，等于就认同了桓温的这个奏书。”这位太后呢也知道晋朝当时也快完了，这个桓大将军势力又这么重，司马懿这个皇帝又不是他自己亲生儿子，所以说他也不可能阻止，他也不想阻止，所以就顺水推舟。于是呢，楚太后提笔在这个。 诏书的底稿上写下数字，魏王人就是魏王人，他自称了。历此百忧，感念存殁，心焉如歌。这就表示说、哎、这个，你像我现在都属于魏王人了。这个朝廷多事，家国多事，我现在啊就遇上这种事儿，心如刀割。实际上就是同意了，就同意了桓温的废立之举。我们要知道，在古代中国，废立皇帝是天大的事情。桓温权力再大，你也要走楚太后这道这个手续。 所以呢，真正在给楚太后送这个诏书的草稿之前呢，桓温自己也心里也担心，他就怕万一楚太后不同意怎么办。所以说，当当时一想起这个事儿来，对他自己那个幕僚啊，他也是满面流汗。现在呢，一看见诏书，那楚太后都签字了，批准了，桓温大喜。于是呢，桓温就召集百官到了朝堂，就把太后的这个诏书拿出来了。 就是宣布废立，在近代呢，先前还没有啊废一帝立一帝这样的事情，啊，这百官都不知道怎么办。也就是说呢，这个废立的程序没一个人知道。倒是当时的尚书左仆射就王彪之，啊，这也是王家大族的，他知道这个事儿也不可能不办啊，他就建议按照《汉书》中霍光废昌邑王刘贺立汉宣帝的从前的那个故事。 然后呢，献取《汉书》，献取经，宣的宣布，呃，楚太后的诏令，废司马懿为东海王。但过了一年，又把他降了一级，封为海西公了。所以司马懿在历史上就以海西公著名。而且下诏呢，以这个会稽王司马昱继承皇统。这司马昱呢，就成为东晋的简文帝。废帝司马懿呢，这个时候只得退位啊！你不可能辩解说他没错啊！呃，他身着白洽单衣。 就挺朴素的那个衣服，这皇帝的衣服他也不敢穿了。步下西堂，啊，乘坐这个牛车出神兽门，就出宫。当时呢，群臣拜辞，莫不唏嘘。由此可见，司马懿这个皇帝人缘实际上还挺不错的。这位废帝司马懿呢，就很快就被送到吴县严加看管，软禁了，高级软禁。咸安二年年底呢，当时还有人说有太后密诏，就奉迎司马懿啊，啊，复辟。 桓公复位，司马懿起先还真有心动，幸亏一直跟随他的一位保姆就劝他，就说：“你别瞎动，你这次如果真出了这个门你就回不来了。”他就没敢轻举妄动。当时呢，前来准备劫持司马懿当幌子起事儿的人呢，特着急，就说：“你看，我们这个大事将要成功了，你怎么能听信一个女人这样一个保姆的话呢？”哎，这个废帝司马懿就说了：“你看，我这个得罪朝廷。” 啊，被安排在这个地方，姓蒙朝廷啊留我一命，我怎么敢妄动呢？如果太后有诏使我复位，应该有宫中的使臣来，咱们只有你一个人，然、啊、后身后率领几个人，无凭无据就来这里呢，肯定是你们这些人想作乱。哎，来迎接他，准备拿他当幌子。这个贼人一看，这个司马懿是还还挺明白，赶紧逃走了。从那儿之后呢，司马懿呢，更是这个。 呃，特别害怕，就是忽然就一朝一日，哪天又谁来把自己给劫走了？他就特怕横祸忽然到来，终日酣饮，就天天饮酒为乐。虽然他是软禁吧，啊，酒肉这些供应啊，就是、完全随他想吃想喝多少都有。当时呢，司马懿在这个就是监视他这个地方，他得是高级软禁嘛，得也有工人啊、呃、伺候他，啊，还有工人为他生下孩子来。 每次生下小孩他都马上派人把那孩子，计时你给我扔到盆里淹死。为什么呢？这样才不能让朝廷或者有人惦记我自己。你看我还在这活着不错了，自己还有孩子，想干什么呢？由此呢，这位废帝实际上命还算不错了，他又活了十五年才病死，而且就是活到四十五岁。你现在一说四十五岁，多年轻啊！那阵儿就不错了，尤其这么一个被废的皇帝。桓温大将军呢，一不做二不休。 废掉司马懿之后呢，呃，他就又奏称，就被他刚立那皇帝简文帝他的哥哥武陵王，啊，司马熙，和他那个儿子啊，这个父子俩，呃，和先先前,前和那元贞私通，啊，欲行不轨，把他当时那个太宰的官职呢免掉了，废放在家里。此外呢，当时那个殷氏家族啊，郁氏家族啊，这个两个家族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当时呢，桓温呢还特别呢。 呃，这个心里头记恨，殷氏家族和于氏家族这两两大家族的人，在朝中人当官人太多，他就逼使当时这个司马宗是一个新蔡王叫司马晃要去自首，然后就把那个殷浩的儿子殷娟，还有这个于亮的这个弟弟于毅的三个儿子，啊、呃，就说这些人谋反，最后呢，呃，把这个殷浩啊这个家族的，包括于氏家族,氏家族这些子弟全给诛诛了。 我们先前讲过殷浩青年时代他是跟桓温齐名的。成年之后，这两个人争权啊，最终殷浩失败了，在乡下郁郁病死。桓温呢，当时派人吊祭。哎，当时他这个殷殷捐这个人呢，对这个桓温这个派来的使者啊，特别不礼貌，所以说桓温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你要说这个于氏家族啊，他从于亮啊，还有那个这个桓仪他们那个交情开始啊。 按理说，这个桓氏和这个于氏是子一辈父一辈老交情。那于毅呢，还曾在关键时刻向晋明帝举荐过桓温。所以说呢，他最后又通过这个珠帘之案，把这个于氏一家的数支人户、数支子弟都给整族的都给杀掉了。我们这位老英雄呢，确实做事儿呢有点过分了。你看，干了这些事儿，费力之事吧。那么行了这个费力之事。 桓温呢，确实威望啊，一下就大见成效。当时在朝中任侍中，也是高官啊。这谢安远远,远望见桓温，呃，赶忙下跪拜礼。桓温一看这如此大名士，远远看见自己在那趴那磕头，也吃惊，就忙问安石：“你怎么向我行如此之礼啊？”谢安回答什么呢？“未有君拜于权臣揖于后。”可见呢，这个谢安当时啊，都把这桓温当皇帝来拜了。 桓温手下的高参啊，这个西超，他官职虽然不高，但是朝中那些大臣都知道这个人就是大司马的智囊，对他对西超啊都是畏而缠之，就是又对他又怕，还得没事巴结他。有一次呢，谢安曾经和那个王家大族这个左卫将军王坦之一起前往那个西超府中拜会，由于八级奉承的人多，这两个人这两个高官王谢这两个大族的代表人，从早晨等到中午。 还轮不上被接见，那么当时的王大少爷忍耐不下去，就想那算了，我乘车，我我先走了。谢安当时急急忙忙抓住王坦之的袖子，哀求他说：“难道你就不能为了我们王谢两家的宗族性命，你再忍耐片刻吗？你让人这个西大人接见咱俩一下，人说几句话，有这张老脸，说不定他以后干什么事儿就不会惦记咱两大家族。那么新被桓温拥立的简文帝司马昱呢？” 啊，这个人是东晋元帝的小儿子，呃，风度翩翩，这个貌美而且儒雅，也是个悬言大家。那这个人呢，虽然说他是个悬言大家，是个大哲学家，是个大名士，这样出身的人，但是他对于经纶世故，对治国理政是一窍不通。因此，他登到登上帝位之后，这司马懿呢，也是心中常怀畏惧，就怕自己再被。 桓大将军给废了。谢安呢，当时对这位影子皇帝呢，评价也非常恰当，认为简文帝呢，只是这个晋惠帝之流，只不过呢，他清谈方面肯定要比那晋惠帝略胜一大筹了。那晋惠帝基本就是一完全一大傻子，但是真正治国理政啊，都一样，什么都不会。简文帝司马昱呢，也没什么福分，他当皇帝才一年多，病入膏肓了。 简文帝弥留之际呢，晋朝的朝廷得一日一夜发四道急招，就召桓温呢入朝辅政，说您赶紧到首都来吧。桓温呢都推称有事，他就不回来。无奈何呢，简文帝强撑病体，亲自写信给桓温，让这位大司马呢以周公居舍故事代理朝政，就是说你就以去从前周公辅成王啊那样的来，你就就是基本上您就是。 代理皇帝，而且还表示什么呢？我儿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为之。你看他亲笔写信给桓温、桓大将军写这种。当时呢，这个侍中王坦之把这个信扣留下来，在简文帝床前啊，就病床前亲自撕毁了，就对简文帝说：“天下乃宣帝、元帝之天下，陛下您怎能想给谁就给谁呢？”这句话说的有道理。简文帝呢，知道王坦之一片忠心，就让王坦之把诏书内容。 改了改，改成什么呢？家国事，一柄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就说我死之后啊，我这个国家的事儿啊，这大司马就靠您了。就是您啊，就希望您像那诸葛诸葛亮或者像王导丞相那儿辅助国家一样啊，这个辅导我的儿子。嘱托完毕呢，建文帝当天他就死了，时年五十三岁。 当时呢，朝中的群臣呢还不敢马上拥立简文帝的太子司马昌明啊、呃、当皇帝，就想等到桓温回朝之后再做决定。当时呢，幸亏这个尚书左仆射也是王家大族的王彪之临危决断，因为天子既然驾崩了，太子继位天经地义之事啊，就马上拥立年幼的司马昌明当皇帝。这个呢就是东晋的孝武帝。本来楚太后啊已经下了。 让桓温行周公居舍故事的诏书，就是等于是任命桓温为代理皇帝啊。这个诏书，太后的诏书也被王坦之哎给截留了，没有发出去。桓温方面呢，他一直想，当然认为简文帝临死之前，你肯定会把皇位主动禅让给我。即使不然，也肯定让我以周公之礼居舍朝政，那就是让我当代理皇帝啊。你看，不是所有事情都如他所愿。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诏书一来，一看简文帝的这个遗诏，他就知道呢，他想的那个事儿呢根本就没成，而且这个太子这个司马昌明呢已经当上新帝了。桓温当时怒极，他就认定肯定是王坦之、谢安从中作梗，他就特别恨这两个人，在那儿洋洋大言，形于颜色。 孝武帝宁康元年，就公元三百七十三年三月，桓温啊就提军入朝，率领大批军队就到达首都了。当时呢，建康城内人情汹汹，都传说什么呢？桓大将军入京之后，肯定要把王家、谢家全部都族灭，然后呢，他自己当皇帝。听说传闻之后呢，王坦之是惊惧异常，谢安呢倒比较坦然自若。这个时候呢，朝廷下诏，命令百官。 郊迎大司马，就都给我到出出到就是到这个郊外迎接大司马桓温，就在新厅。王坦之呢害怕性命难保，就想推辞不去。谢安就劝道：“晋祚存亡决于此行，你还不能不去。你如果不去，有可能晋朝就亡了。”桓温到达新厅之后呢，晋廷百官都拜于道侧。桓温这个时候，大臣兵卫依次接见百官，当时的。 晋朝那些高官啊，那些官吏都占领声色，没有一个不腿打哆嗦。他就以为桓温到这儿之后，说不定把我们都七哩咔啦全切了。王坦之呢，你看平常他也挺牛，这个时候吓得是汗流沾衣，拿那个手板都拿刀。只有谢安一个人在大臣当中从容就戏。那么众人坐定之后呢，谢安还真有名士风范，他就笑着对桓温说：“我听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 明公，您何须在这个这周围这个幕墙之后安排这么多兵士呢？你看，桓温这个时候也为谢安这种明事之举、这种怡然之态，呃，感到折服，笑着回答说：“哎，我不得不这样做呀！”马上命令左右把这个墓壁之后这个刀斧手，呃，都给我挥退，叫他们退下。谢安他为什么这么胆大？因为他曾经在桓温手下当过这个幕僚。 所以说，当时他的官是大将军司马，所以他们两个人算是老朋友。因此呢，这个这一谈，两个人就谈天说地，呃，谈起从前的往事啊，从前的朋友啊，呃，笑语寒暄。到了晚上呢，桓温呢就单独召见谢安、王坦之啊、呃、这两个大官商讨国事。他的手下的高参西超呢，还是按照这个安排呢，躲在屋中卧帐里偷听三个人的谈话。 结果呢，一阵强风吹来，风吹绽开，一眼瞥见西超撅着屁股，我正在凝神偷听呢。谢安就笑，了。牺牲可谓入幕之宾啊。这个“入幕之宾”也是一个典故，就是从西超来的。由于当时呢，你看谢安这么镇定，这么从容，嗯，在当时外有强臣，内有幼主这样的危乱局面之下呢，算是把东晋朝廷给保住了。在建康，哎，领军停了十四天之后呢。 桓温的旧疾复发，又得了疾病，他当时在建康待着，心里不安生，就马上率领军队返回他的老巢姑熟。返回之后呢，他就病重了，到了弥留的时候，他就不停派人示意朝廷，赶紧给我加九次，他就是、很想临死之前啊，过一把皇帝瘾。西安、王坦之这两个人，你也不敢直接回绝，说不给你桓大将军九次，因此他就命令这个大臣袁弘啊。 起草，加还文九次这个诏命，袁弘呢这个人呢，呃、哎，他写完了之后，他得给王坦之看啊。王坦之看了之后，觉得哎，你写的真好，文笔华美，但又说什么呢？哎，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你说你这么大的才能，怎么给写这种事？以后这个万一出什么大事你会因此获罪啊？那么谢安见到这个诏书这个草稿呢，也自己挥笔在下胡乱涂改。 所以呢，他这个赐还温九赐的这种诏书呢，就一直在健康朝廷之内发不出去。袁弘呢，啊，慢慢就知道啊，原来这两位大臣是这个意思，就并不是说我写的哪儿不对，或者是我写的太华美了，或者说写的太粗疏，不是，因为他就秘密问王坦之，那我到底怎么样做啊？这这朝廷让我写这个诏书啊？王坦之就说了。 现在我们听说桓温病逝，一天重过一天，估计拖不了多久。九次之招，你能拖就拖。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健康朝廷这个诏书一拖再拖，桓温最后等不到看见这个九次啊这样的一种礼仪了。公元三百七十三年阴历七月乙亥日，桓大将军呢病死在姑孰，时年六十二岁。这个时候消息传来。 晋朝的朝廷就以霍光之礼葬之，啊，非常隆重，追赠他为丞相。桓温死前呢，已经任命他的弟弟桓冲，哎，统领他手下军马。桓温的世子桓熙呢，和弟弟桓济，这两个人不服，就说我这个叔叔怎么能，他能就接替我爸爸这个职位呢？就想谋杀这个桓冲。桓冲呢，事先知道这俩侄子这个这个阴谋了，就把这个两个孩子都给逮起来了。 然后呢，又上表朝廷，就表奏桓温的幼子，当时年仅六岁的桓玄，继承桓温的这个呃这个爵位，西封的南郡公。桓温有六个孩子，桓熙、桓济，你想杀他叔叔桓冲，桓冲没杀成，等送到长沙去囚禁起来了，基本上算是无期徒刑了。他第三个儿子呢，桓新早死，第四个儿子桓乙呢，生下来就是等于是个傻子。 第五个儿子环伟呢，这个人算忠厚老实，为官还挺清明，当过什么安西将军啊、荆州刺史啊那些官职，三十岁左右也病死了。那么，袭爵的这个第六个儿子，小儿子环玄最有名，后来还一度称帝，但最终也是这环玄导致了环氏宗族啊，最后等于整族的这个灰飞烟灭。环冲这个人呢，呃，是环温的弟弟，但他跟环温、环大将军那种飞扬跋扈完全不一样。 温良敦厚，嗯，就他哥哥死之后呢，他就自己上书，把那些重要的职位，哎，都去，都等于自己就解除掉，就是到扬州啊去这个任官，等于他也没没入京，也没在姑叔那儿守着，等于他就把朝中的大权都让给谢安了。到后来呢，就苻坚率领前秦大军攻伐江南，晋朝降将朱旭啊，当初就是桓崇宝剑的。 朱旭降秦这消息一传来，桓冲啊，当时是又惭愧又羞耻。淝水大战呢，朱旭又临阵大叫，秦军败了，最后这个人又立功返回晋朝了。桓冲为此呢，就更加残恨。但是这，你想，我这推举的这是什么人啊？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又反正了啊，结果他还立了大功了。加上那个桓冲一直身体多病，所以说他就在东晋大胜，淝水之战大胜之时呢。 哎，忽然发病死了，十年才五十七岁。当然了，晋廷对这个桓冲啊还是不错的。呃，死后呢，增桓冲为太尉，还给他“宣穆”这两个字这个谥号啊，非常好。因此呢，厚道好人吧，他也算是善终。根据历史记载啊，桓温弥留的时候啊，桓冲就问大哥死后对这个谢安、王坦之怎么办？桓温当时回答说呢：“取等不为如所处分。” 由此呢，史官啊，一些大臣们、啊、文士、啊、就认为什么呢？想当然了。你看桓温以为自己活着，王谢助人呢，肯定不敢跟自己这个有异言。那么死后呢，王谢呢，又不是桓冲所能这个魏府所能控制的。所以呢，如果杀掉王谢助人，桓冲呢，啊、对他也没什么帮助，那更使当桓冲呢失掉当时这个实望。如此猜想啊，完全就是把桓温啊当做一个逆臣。 来推抢，我认为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桓温最后呢，等于是英雄老去，很有耳视。假如他当当时真有必篡之心，比如像当年司马师啊、司马昭之流，他肯定会把这谢安、这个王坦之都杀掉。政治的角力场上，权势相随，人在人情在。你把他王谢人都杀了，他即使有失望，即使他有这么大的名声，又能怎么样呢？但历史不能假设。 我们只是应该就是说以宫中立场认定桓温啊，他临终还是以晋朝的大局为重，等于为东晋保留了重要的政治人才。否则呢，日后苻坚大帝率领百万大军呃进攻江南，就再没有谢安啊这个为谢安时就魏军谈笑尽胡杀了。即使后来桓玄篡位，啊这个桓温也和王敦被编为一传，呃成为权臣，成为这种。 就是有野心篡世的这样的大臣，即使这样的，那自标正统这个封建使臣啊，对于桓温啊，就攻伐蜀地以及他第一次、第二次北伐历史功绩呢、啊，都还表示了非常大的这种钦赞之情。那么在桓温晚年，就是临死之前，他经过王敦的墓啊，心中也感慨，连称王敦是可人可人。王敦、桓温这两个人呢，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你看，这两个人同是少年英武。 同事呢娶了公主的驸马爷，同时呢都当过大将军啊，同样都是豪爽英武，同样都是功业不俗。再更同样的是什么？这两个人晚年都有篡夺之心，你、啊、看最终呢也都是大业不成，忧病而死。因此呢使臣把这两位大将军同列一传呢啊确实有他道理。更可惜的是呢桓大将军他既未能开基建业而流芳百世。 也没能呢，篡夺别人的国家成功，哪儿骂名千载？如果不是熟悉历史，不少人总觉得桓温啊是五人大将军。其实呢，我们先前也说过，因为桓氏家族出生于乔国的桓氏，真正的东汉高门，诗书传家。呃，当时啊几代都是儒宗。相比桓温世代经学的门第呢，那么以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以谢安为首那个陈郡谢氏。 其实都算是渡江之后的新出门户。桓温年轻的时候就娶了这个当时的晋朝的公主，因此呢，他是有真正的这种正统的呃氏族教养。我们如果读《世说新语》，凡是涉及桓温的段子啊，特别多。哪怕他当时与当时明的名士这个一对一的清谈，那桓温都不落下风。所以说，宋代大儒就朱熹就说过：“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 就谢安对于桓温啊一点办法都没有，桓温之来废了义军，就废了海西公，幸而要讨九次，要李资序，位置太甚。就是桓温，你想他要篡，他也不是说马上就篡，把那个海西公司马懿弄死，他先想一步一步来，他先弄那个九次，尤是半河秀才，就是说什么呢？相比后来韩人出身的刘裕篡位，把司马家族啊诛杀无一类。 所以朱熹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像朱温、朱全忠那样，就是一种贼寇，二十分之贼这样的，咱就把人都杀了啊；或者像后来这个韩人出身的刘裕他篡位那样，把司马家族诛杀无疑。哎，你看那位刘裕实际上也是朱熹心目中跟朱全忠一样那种二十分钟贼，为什么呢？韩人的出身就决定了刘裕他干什么事儿是无所顾忌。那么桓温。 桓大将军他的可爱和温情脉脉之处呢、啊，就在于他身上还有贵族的那种骄傲，还有他那种对传统的敬重和尊重。你看他把这个东晋皇帝司马懿废了，让他做海西公，最后这个人还能哎活到这个寿终正寝。你想在那个谈玄论道的年代，桓温哎西征灭蜀，北伐关中，在东晋国内实行土断哎这个独揽权柄，他的那种宏阔的境界。 绝非当时谢安、王坦之这些清谈之士所能达到的。在当时南北分裂的大环境下呢，桓温毕竟呢，他是深受士族这种教养的影响，虽然说是个枭雄，但他还是患得患失，最终呢也是进退失据。你看，他既当不了忠臣和纯臣，也做不了那种篡位的反贼。后来呢，由于他儿子桓玄称帝失败，桓温最终在历史上呢，好像是面子里子都没得到。 即便如此，我觉得桓温这个人依旧是一个让我们后人啊感觉到悠然神往的这样一个大英雄。你看，曹操、司马懿、高欢死之后呢，还能在地下做开国皇帝，就被后辈追谥为开国皇帝。桓温呢、呃，只是在、呃、桓玄称帝之后呢，呃、就被追谥为这个宣武皇帝呢，就当过两年这死后皇帝。然后他整个家族就因为桓玄的灭亡呢而烟消云散。 这个呢，确实感到非常的可悲。 从这一集开始呢，我们准备以四集的篇幅讲一讲东晋十六国时代这个赫赫有名的前秦帝国，还有前秦帝国的皇帝苻坚。我们要知道，在西晋灭亡之后啊，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呢，迅速成为一个历史大戏台，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部族，常市在北中国啊，你方唱罢我登场，几十年间呢。 竟然出现了十六个这个小国家，大多呢是汉化或者是半汉化的游牧民族啊，的首领称王称帝。其中呢，比如说后赵啊、北燕啊、大夏、啊、后汉等政权的国主呢，大多是凶狠残暴，喜于杀戮，几乎都是星也薄烟，王也呼烟。这些小国呢，在盛强的时候，虽然有空闲之士，就是那战士百万，崩溃啊！ 也如溃穴之蚁，刹那间烟消云散。在这十六国当中，啊，最令后人慨叹、最令我们后人惋惜的呢，要数一代英豪帝王苻坚。那么，苻坚大帝在王猛等汉族大臣的辅助下呢，击灭当时割据滨州的张平，收降了张平的养子张豪，出击这个屋檐的部族，威震西凉。 还在陆川呢，大破前燕慕容伟的四十万大军，啊、灭亡了这个前燕的一个国家。继而呢，他又击灭梁国，啊，击灭代国，一统中国北方。当时啊，如果这个大英雄苻坚能够休养生息、呃，安抚市民，静待天时，趁东晋内乱，呃，这个一举起兵啊，统一中国应该是易如反掌。但是呢？ 苻坚这个人呢，偏偏逆时而行，当时不顾群臣反对，短时间内发兵八十七万，号称百万，并在朝中骄狂地说：“以此强兵百万，投鞭可以阻流。”于是呢，大军前后千里，旌旗相望，想要一击而灭亡晋朝、前秦这个国家和苻坚本人，他的覆亡之势已经不可避免了。淝水之战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苻坚大帝呢，就为中国战争史上平添了极不光彩的典型战例，为中国文学史呢增添了数个满怀贬义的这样一个成语典故，为无数文人骚客呢平添了无数怅然的想象和贫道的呃这样的词章。我们如果详读历史，就会发现苻坚这个人绝不是那种残暴鲁莽的帝王，反而呢是个非常开明大度。 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谦恭有礼、穆易怀德、善于纳谏、雄才大略而又完全汉化的一代英杰。最可惜的呢，就最后关头一意孤行啊，对于前燕、东晋等国的亡国皇帝和降臣太过宽容，特别是在淝水之战的盲目自大，啊，最终导致他一败涂地，使得赫赫前清帝国瞬间分崩离析。 最后呢，他本人又被先前啊那个降将姚常啊在佛寺内啊这个给勒死。否则呢，隋文帝的大一统时代极有可能就在府间大帝的时代提前到来。我们要知道，中国历史啊特别重这个所谓的正朔。十六国的历史呢，在中国大历史当中呢，短暂、扑朔迷离。 苻坚大帝的事迹呢，后人只能从什么投鞭走流啊、风声鹤唳啊、草木皆兵，哎，这几个成语呢，窥得一二，而且都是从负负面的哎这个方向啊、哎、得知这几个成语，都会把苻坚当做一个当笔自用的这样的一个外族的这个入侵江南的这样的一个入侵者来加以对待。实际上，如果真正我们熟读历史，我们把什么历史上那些导医啊、索鲁啊，这个互相的谩骂。 啊，咱们把这个呃、啊、搁置。作为中华大家庭万古流传的一代人杰，苻坚这个人，我觉得应该得到公允、正确的评价和意念。那么，在仔细讲苻坚大帝和他的淝水之战之前呢，我们肯定先讲一讲苻坚他所在这个前秦国家的崛起。讲苻坚，肯定应该从他祖父苻洪讲起。苻洪字广世。 他是西晋的洛阳临渭那里的底族酋长，今天就甘肃秦安那地方，因为当时他们家里池中啊有蒲业生长，长五丈，五节各个这个成型。周围的人呢都称为这个家庭为蒲家，开始呢，所以说这个府家是以蒲为姓。西晋八王之乱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匈奴的汉国吧，这个刘渊、刘聪，呃，这个称帝之后。 他那个刘耀也是同族的，他不也也称帝了吗？那个时候蒲洪呢就被迫归顺，因为那地方都是匈奴族的部队，匈奴族的军队占领啊。这个刘家当时这特,特牛，在当地那都是这个，你想都都称王称帝了嘛。他们这个蒲家呢就归顺了，被这个刘氏匈奴呢封为帅义侯。很快呢，后来我们都知道那个刘耀又把他那个汉改成赵了嘛，他当时就变成前赵了嘛。 这个前赵皇帝刘耀呢，呃，就跟这个后赵那个石勒互相攻击，最后这刘耀失败了，这个呃石勒啊，他建立了这个后赵，那蒲洪呢就得降服啊这个石家了，而且日后呢，他在这个后赵国家那个累立战功，获封为西平郡公。当时呢，是这个蒲洪手下确实能干，他手下那些将领获得关内侯的，就后赵当然也滥赏了。 就两千多人，而且呢，这蒲洪就获封为什么呢？关内领侯将，就统领关内侯的啊，这样的一个将领，实际上就是方便元帅了。那么石虎呢，当时那大魔头他，他个养子这个冉闵，当时还叫石闵了，就是后来这个人把这个发布这个杀胡令，把那个这个羯族全给灭了那个人。那个时候他就暗中劝石虎，说蒲红这个人特别雄国。 他的八个儿子个个不凡，我们应该啊秘密把这些人都除掉算了。石虎虽然在当时是出了名的残暴嗜杀，哎，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听从，呃石敏啊后来的冉闵的劝告，反而呢就觉得这个哎蒲氏这家族呢呃可以利用，因为他手下有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嘛。后赵这国家啊在老暴君石虎死后就很快溃灭掉了。蒲洪呢当时审时度势，现在名义上呢降附东晋。 为此呢，当地许多汉族民众呢就纷纷向他投归。一看，哟，你心向我们晋朝，渐渐的，他的手下也拥有十多万兵马。永和六年，东晋朝廷就封蒲虹为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驻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官儿也不小，坐镇一方了。这个时候呢，蒲虹他属下就屡屡有人劝他，哎，你就当皇帝吧？为什么呢？当时那陈文啊有“草父英王”这样的说法。 而他的孙子蒲坚一生来背上就有那种“草父”两个字的纹理，我估计也就是胎记，结果就变成这个陈瑶的中的这个当皇帝，呃，这一家族的人的祥瑞了。于是呢，这一家人就改姓为傅了，就后来这个他们这个府坚的傅，傅弘呢，这就就不叫蒲弘了，就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亲王，轰轰烈烈，这个前秦王朝实际上就由此开端了。 趁着当时后赵大乱之际呀、啊，符鸿袭击石虎的部将麻丘，那阵石虎都死了啊，还俘虏这个麻丘。但是呢，觉得麻丘这个人还挺能干，他就把这个麻丘啊还认还用他，让他认自己军中的军师将军，就是给他自己当这个首席军师，对这个人还特别信任。所以说，符氏几代帝王总是犯下这种对降敌手软的这种通病，可悲可叹。我、嗯、们。 都知道有句俗话，叫“慈不掌兵，善不作堂，义不经商”，这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麻秋这个这个人，你听他姓麻，他不是说什么汉族，他是太原的胡人出身，也是心怀野心。趁着傅红对自己信任呢，他就设宴，呃，就招待傅红。他也摆一大桌酒，请傅红吃饭，暗地里就在酒中下毒。 准备在毒杀抚红之后啊，把抚红手下那十多万军马全部吞并。因为麻秋这个人又有名声，又能战啊，这个又能干，所以说他也不是个一般的人。幸亏抚红的世子抚建发生情况有异，提前知道这事儿，没等麻秋啊这个把他爸弄死之后，开始宣布自己当这个元帅，他就带兵把这个麻秋给收斩了。但是呢，他亲爹抚红这个时候。 几碗大酒喝下去，已经是中毒了。临死之际呢，这个辅公就对他世子辅建说呢：“中原不是你们兄弟能占据的地方，关中地区形胜要地，我死后你们可古行西进。”说完这个话呢，这老头等于就被毒死了。亲爹死了之后，这福建啊继位之后啊，他就把秦王的位号去掉了，对外呢还假装：“哎，我接受晋朝封赐的爵号。” 然后呢，他就率领五千军马入潼关，击败呢当时对他没有任何防备的东晋守将杜洪张先，就以长安为都城，啊，这个占领了长安。他为什么头一开始自去秦王之后，就是为了麻痹进兵进将。永和七年，苻建又自称天王了，大单于，建元皇始，那开始治百官。永和八年呢，他称帝了。此后呢，他又打败晋朝的这个将军张据。 把当时这个镇西将军谢尚也打得仓皇逃命。这位谢尚呢，就是谢安的族兄，人呢潇洒风流，大名士，打仗啊绝对是个草包。那么永和十年呢，前秦就在白鹿原大战桓温的这个禁军，我们先前,前都讲过了，等于奠定了氐族在西北这个统治地位。尔后的苻建和这个百姓也约法三章，学刘邦嘛，轻徭薄赋。 哎，修尚儒学，优礼士人，而且他自己非常留心政事。在他治下，就这个等于是长安一带，就是百姓出现了一种安定小康的局面。把三秦大地哎捋顺之后，苻建呢都不久就病重了。苻建的太子呢叫苻长，在桓温入关的时候，在战斗当中已经被刘建给射死。 福建这个时候只得呢，就立第三个儿子辅生为太子。当时福建呢还有一个侄子叫辅京，听说辅建病重快死了，他就带领一帮人马，自己的哥们儿杀入东宫，准备把堂弟辅生杀了自己啊、哎、再接着当天王。这辅京不是一般的无名之辈，勇猛善战。当年他和福建两个人啊，这个叔侄两个人在黄河南北双双挺进，跃马横枪，屡立奇功。 福建这个时候听说，哟，这侄子开始生乱了，从病榻上艰难起身，然后呢，他就在端门之上站在那里，在身后陈列假事跟随福京造反的兵士都以为这皇帝都死了，一看他还活着，一哄而散，这福京也倒霉，很快就被金卫军抓住杀掉了。过了数日，这福建才病死，十年时间才三十九岁，在位四年。 福建死了之后呢，他的太子福生继位。这福生呢，那就是中国历史上啊特别有名的残暴君主。史书上记载呢，福生这个人是幼而不赖，儿童时代就凶暴无比。他当时他爷爷啊，福红就特讨厌他，因为福生生出来就瞎了一只眼。十岁左右呢，有一天这个福红当爷想逗他，就问旁边的侍者：“哎，我听说瞎眼的孩子只是一只眼睛流眼泪，这是真的吗？” 侍者回答：“是真的。”这府生在一旁听就很恼怒，这开不起玩笑了这孩子，我估计心里也有残疾，拔出佩刀，就在自己的瞎眼那边脸上刺了一刀。你想，那血喷涌而出，然后他恨恨就对他爷爷说：“这应该也是眼泪啊！”府空一见大惊啊，就拿起鞭子猛抽这个凶弟的孙子。府生也不躲闪，反而把脑袋往前一伸，激怒老头子说。 我这人本性就喜欢抗受刀砍槊击，爷爷您拿刀砍我，拿槊刺我没事我就不能忍受您这种鞭打的羞辱，这不小打小闹吗？当时啊，气得这个爷爷抚红大叫：“你再这样下去，我就把你当成奴仆使唤。”抚生呢，这个时候也不服，您即使拿我当奴仆，没准儿呢，我会变成石勒那样的人物。你看，当时石氏的后赵王国啊。 正是石虎当政，啊、呃，这个时候啊，呃，他们府家、啊、还给人石家、啊、当这个臣子了。虽然说啊，这个、石虎这个人把石勒的儿子啊什么的杀戮无疑，但他依旧是以石勒的接班人自居。而且当时后赵这个政权特别残暴，四处杀人，而且呢他的威势如日中天。石虎这个人，他就是以杀人如麻而出名的。 而傅氏一族在当时呢，仅仅是降服石虎后赵政权的其中的一支啊，这个底族不足的军队，随时会被石虎呢找茬儿呢屠戮杀掉。现如今呢，你看傅生这孩子，竟敢直呼赵国大行皇帝就死了的皇帝那石勒的名讳，而且呢，揭穿这位皇帝当过奴仆的那个旧伤疤。我们都知道，石勒年轻时候就是给别人家当奴仆。 如果这话让赵国的上层知道，估计石虎一生气，服侍这一家族、啊、肯定是鸡犬无一。听到福生这样口无遮拦，吓得傅红当时顾不得穿鞋，从那胡床上滚落，掩住福生的嘴，转头就对他爸爸，就福建就说：“这孩子狂悖至极，早早杀掉算了，否则长大以后啊，肯定会是家族惨败。”福建一看自己爹生气，他也生气。 拔出刀来就要把这孩子给杀了，但是呢，个当爷爷这个府红呢叹息一声，估计你毕竟自己亲孙子嘛，要阻止了、哎。这孩子长大之后应该会改好，也不至于现在就把他杀掉。你看，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个府生长成之后呢，力举千军，呃，就是英勇好杀，他能徒手割击猛兽，手里什么都没有就能把那大老虎扑在那儿掐死，而且他还跑得特快，他飞跑能跑上骏马。 所以说鸡刺，机次骑射冠绝一时。那么晋朝桓温北伐的时候，这个府生啊，常常单马入阵，十几次啊，斩将夺旗，勇冠三军。所以说，我们从前听什么单田芳啊、刘兰芳这些大师，还有袁克成啊啊这些大师讲那评书，哎，说到古代战将以一当百，还有什么万夫莫当之勇，我小时候总觉得这艺术夸张。如果我们真正研读历史，就会发现，在宋朝之前，特别是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一直到隋唐。 军中大将的作用极其重要，为什么呢？冷兵器时代，将是兵之胆，一个人啊打数百人，从数千人当中如入无人之境冲进去之后，这还真不是虚夸。那个时代是鲜卑汉儿啊，枪节底豪，弯弓走马，飒爽英姿，俊逸绝伦，真真正正是英豪辈出的时代。斧生登基之后呢，马上大开杀戒，先前呢。 这个前秦的大将强怀阵亡了，他的儿子强延呢应该袭封将军之位。当时呢，苻健死了，所以说呢，这个国君有丧吧，所以说没有袭封。这个时候，苻生出游，强怀的老婆姓范的这个樊氏在道呢，道中呢就拦住御驾啊，就是就那意思，就说、是、你看皇帝，我这个是忠烈之后，我儿子这、啊、他爸爸死了，应该把爵位，这个将军的爵位让他儿子承继呀，你看。 这个樊氏呢，按理说一般的人肯定就答应了。抚生不行，觉得你看阻止了我的游兴，所以这新皇帝大怒，不问青红皂白，拿起弓箭一下就把这樊氏射杀在当地。不久，前秦的这中书监上书说天象示警了，不出三年国有大丧，大臣戮死啊！希望皇帝啊修德养国，安民乐道。抚生一听说，想了想，朕和皇后对临天下，可应这大丧之变。 至于大臣嘛，你看毛太傅啊、梁车骑啊、梁普业这几个人，他受遗诏辅治我治天下，我把他们杀了就可以应天象了。我们古代的古人对天象是非常看重，一般君主听了这番话，肯定为了避祸，赶紧想办法多做点善事积点德。但这辅生的脑回路啊，就异于常人。你想，他先把自己的皇后还有几个重要大臣都杀了，上应天象。不久呢，辅生又下令。 把这个刚直敢言的丞相雷若儿，哎杀了，不仅把这个忠臣杀了，还把这雷丞相九个儿子、二十七个孙子全部杀掉，族诛，而且是没来由的，根本这个人就没干过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就觉得他没事儿，老在这儿在我面前啊，这直话直说，富生就怒了。那么富生的沮丧期间呢，该玩玩，该喝酒喝酒，荒诞淫虐。 常常呢，手持弓箭利刃会见朝臣，左右的那几案上啊，什么锤子、啊、钳子、凿子一应俱全，呃，简直不知道，以为他是个大屠户，一个杀猪的，随时随地杀人为乐。有一次呢，这个府生在皇宫招待大臣饮酒，他自己就放声高歌，钟鼓齐鸣之际呢，呃，看见有大臣不喝酒，他就马上引弓，拉弓就把那个点券官给射死了。 吓得各个,个这些大臣忙忙举杯往嘴里灌酒，昏醉一地，蓬头垢面。哎，看着大臣这样呢，甫生感到特高兴。所以说，大臣不喝酒，鬼门关里走，这就是甫生当时的呃这鲜明写照。不久呢，都城长安刮大风啊，发屋拔树，他那不少工人害怕，那些女孩没见过这世面啊、呃，就就到处去去去去跑，躲那个风，躲那个倒下来的树。 辅生呢，从那个殿殿上的高处看见那些奔跑人都抓住，亲自去，呃，生生的把那些工人杀掉，把心掏出来。他的舅舅啊，强平啊，毕竟这个外甥皇帝嘛，从小看到大的，呃、仗势自己是他舅舅就劝，就上殿劝，就说您啊，还是就是礼爱公卿，您还是没事多勤于政事。这辅生当时也喝醉了，当时就怒了，命令卫士把他舅舅按站在那儿，他自己用凿子。 亲自把他舅舅强平的脑顶给凿穿了，那还能活吗？肯定不能活，脑浆子都出来了。你看见自己弟弟被儿子凿死，这皇太后强势，不久就忧恨而死。当时在福生统治下，这个前秦啊，这个官吏又比较这个横暴，各地呢野兽吃人，福生杀人，各地野兽吃人，群臣当中呢就有胆大的，呃进谏，福生就回答说：野兽饿了就吃了。 吃饱了就停止了。我现在我那杀人也就不过数千，谈不上什么说刑罚多么这个这个酷虐。你看都城大街上行人比肩，也不能说少嘛。就府建这个人就是个神经病，我估计就是这个酒精中毒、酒精过度。你看他在咸阳故城大宴群臣，但凡有稍微迟到一点，立即下令全部拖下去斩首。府生这个人就喜欢喝酒，而且有时候一喝喝好几个月。平时呢，他。 也问啊，身边的侍从那些侍从官对子对对对朕有什么看法啊？左右有的就说：“哎，这奉承的陛下圣明，太平天子。”福生一听生气了：“啊，你敢缠没讨好我？拖下天去砍！哎，再隔一天！哎，又问，你看我怎么样？看朕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就不敢奉承了。左右的那些呃，包括患者呀、啊，这个侍从官就说：“哎，陛下刑罚稍稍过分一些。”福生一听又怒了。 嗯，竟敢当面诽谤,诽谤、诋毁我，拖下去又杀，所以有傅生这个，我就想，这世上最深的套路，有时候还真是所谓的领导套路。你说，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冷不丁来一句，你觉得怎么样？这就基本上能比你女朋友问你一句你喜欢我什么，你说搭好了送分儿，搭不好了真送命。不过呢，碰上傅生这样的领导，那横竖反都是送命，能赶紧跑就赶紧跑。傅生身边啊，他那些。 妃子也好啊，皇后也好，只要小不如意，只要是哎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叫府生看见了，他马上就把这些美女都杀掉。你杀了就杀了吧，应入渭河当中喂鱼。平时呢，他还喜好把牛羊驴马活活剥皮，三十五十为一群，然后呢笑看这些被剥皮的动物在殿中哀嚎奔跑。他又喜欢呢把这个狱中死囚的面皮剥掉，让这些人呢剥了面皮之后还在那儿跳舞。 然后他率领自己手下大臣逼这帮人看，以此为笑乐。福生自己呢，他是个独眼龙，他就特别多的忌讳。他看到臣下的上书元事的书奏，包括平时跟他上殿对奏讲话，只要涉及到什么不足啊、不惧啊、少啊、无啊、缺、伤啊、残、毁、偏等等这些字词，只要不小心说了一个或者写了一个字儿，往往就是当时就被杀，弄不好还把你们家族诛。 他作为一国天子啊，这个辅生啊，他天性太好杀了。你想，动不动就把左右属下大臣把脖子锯了，把心挖出来，把肢体给剁了，没事腰斩。那么斧氏皇族那个辅皇梅立有大功，我们先前都说这个辅皇梅打仗的特有本事。先前你看那个底枪豪杰姚襄就是被他啊这个给弄死了。那么对这位堂兄呢，辅生就根本就不加于这个赏赐。虽然说你很英勇，他就觉得这没什么。 而且他常常在大中广众之下，尤其那宗族聚会的时候，他那些皇宗国戚聚集的时候，就当众侮辱他。傅黄没呢又气又恼，他就想把傅生杀了，结果没把傅生杀了，提前被人告发了。他不仅全家被杀，但凡和他有一点亲戚关系，那个姓傅这个亲族也株连株死一大堆，估计几百上千，使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 福生他继位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梦见大鱼吃蒲叶，而后呢，这都城长安呢，还有那个《陈瑶，童瑶，东海大鱼化为龙，南变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这福生他也懂《陈瑶啊，想来想去，就认为梦中之兆和童谣所指，肯定是姓鱼的大臣，马上诛杀当时任侍中和太师的鱼尊。 还杀掉他七个儿子十个孙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辅氏皇族当中有一个人吓得是心动神摇，再也不能安息了。谁呀、啊？东海王苻坚。苻坚呢，也是傅生的堂兄，他的爸爸傅雄是苻坚的弟弟。傅雄这个人呢，爱多磨练，善兵书，但不幸呢，年轻时候就病死了，留下辅法、辅坚两兄弟。 府间的东海王封号和童谣当中的暗河，他宅地呢又在洛门以东。这时候呢，忽然这得知太师余尊被杀的家里一个人不剩。而且呢，正是因为那个陈瑶和童谣，府间这个时候就亡魂皆冒，寝食难安。他就知道总有一天，他这个堂弟会想到他。有一天呢，这个府生饮酒饮到半夜，就对身旁的几个侍女说：“阿法、阿坚兄弟，不能让人信任。” 哎，明天我就要把这俩杀了。偏偏呢，侍女当中的一个人呢、啊，啊、哎，这个这这这个侍女、这个这个、平时和这个伏法、府间兄弟啊关系不错，收过他不少金银财宝。因为那阵谁都巴结，这个皇帝身边的人啊，听到这个那个府生喝醉了说这个话，就深夜溜出宫门去报信儿。兄弟俩、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大惊，情急智生，伏法又带领数百人潜入了云龙门。 毕竟他们家这都是，你想，如此亲近的这个宗室，无论是本身他又兼着禁卫军的这个将领之职，辅坚呢又率领三百壮士鼓噪进攻，执勤的御林军呢这个时候哎都没什么抵抗，马上放下武器加入辅坚的队伍，于是呢众人攻入内宫，这个时候辅生干嘛呢？依旧是昏醉未醒，就糊里糊涂的就被一帮人拖到小屋子里。 拖到小屋子里干嘛呢？当头一刀。当时这个福生死的时候才多大？才二十三岁，当皇帝才两年。当然了，历史当中呢，有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根据《洛阳伽蓝记》啊，这个记载，当时这个北魏隐士赵毅他怎么说呢？他说：“福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志典，未为凶暴。吉祥其始啊，天下之恶皆归焉。” 苻坚的自始贤主，沿贼军去卫，妄书君恶。凡著史官，皆士类也。就是说，到了北魏的时候，这个《洛阳前梁记》就记载，就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老百姓的那个他们的说法，就是这个府生这个人，并不是说多么的，就是滥杀。当然了，他所谓不滥杀，可能对于百姓啊，他不像后赵实事，啊、呃、那个君臣这么坏，可能他杀人都是杀上层。 但是他为什么他有这么多过错？你咱刚才一说的那些东西，就是因为什么呢？辅坚他得位不正，他当皇帝之后呢，肯定把他这个堂弟也写的一塌糊涂。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呢，呃，刚才所说的这个辅生的这个残暴的事迹呢，很大部分呢也带有辅坚他手下的使臣进行渲染啊这样的印记。因此呢，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呢，就辅生当皇帝时候那辅是前秦政权。 他对关中的汉汉族人民基本上没有过就特别暴虐的那种暴政。那么无论历史真实到底如何，呢？反正前秦那苻生就被苻坚兄弟啊给弑掉啊，以下弑上，咱肯定也弑，咱不能简单的用杀这个字那么这位苻坚到底又是何等人物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上一集说到呢，这个十六国当中，前秦的这个残暴的皇帝苻生，哎，就被这个苻坚还有这个他哥哥苻法杀掉了。那么苻坚呢，就做皇帝了。苻坚自永固，他刚生下来，他后背啊就有红色的纹理，隐约看上去呢，就是草妇、臣右土王咸阳八个字。可见呢，在迷信称纬的那个魏晋南北朝时代。啊。 他从小这孩子就惹人注目，而且呢，随着年纪的长成，这傅坚呢越来越与众不同。当时呢，他爷爷傅红就特别喜欢他，称他为肩头。我们由此想见，你看那傅红多讨厌那傅生啊，啊那个孙子，但对这个孙子，那简直是呵护有加。七岁左右呢，傅坚啊就天天跟他爷爷呃呃傅红在一块玩。 举止重礼，就是七岁的小孩特别有礼貌，深得他爷爷的欢心。八岁的时候呢，傅坚主动向爷爷要求：“哎，我要请家庭教师，要教自己这个儒学。”听孙子这么一要求，这爷爷傅红啊，高兴的那赞不绝口。你看我们这个底族家族，世世代代生长在荒野边陲，绝大多数人长大了就知道喝酒吃肉，谁料到你这么小。 就知道求学呀、啊，你看，这个如此，呃，这个一席话，这个小孩的一席话，爷爷就对他喜欢不得了。那么，苻坚入关之后呢，就封苻坚这个侄子呢为龙骧将军，跟随大军转战南北。苻坚呢也时常身先士卒，因此呢，这个人也是乃文乃武。更主要呢，苻坚这人博学多才。 胸存大志，同时呢广结英豪，他周围有谁啊？王猛啊、吕婆楼啊、强汪啊、梁平老啊，这一帮谋臣猛猛将。你想他又有好人缘，再加上他自己上佳的智力和果决，所以呢一举而发，就把那昏主府生给除掉了，自己登上龙座。当上皇帝之后呢，福间有一次啊去那龙门那儿眺望，大方感慨。 哎呀，美在山河之固，他大臣权仪就劝谏说：“山河之固不足恃，仁德的君主呢，应该效法古代的仁君，怀远以德。我们这个统治之造呢，所以就是说什么叫在德不在险。”哎，苻监大悦，哎，就是言听计从。因此呢，他就把这个呃对这个百姓啊休养生息，然后就把那个金玉宝物啊赐予有功的战士。 偃甲息兵，就是为了让国内的这个老百姓啊，从常年的征战当中啊得以喘息。当时呢，这个氐族这个贵族豪强啊，呃，经常是这个到处横行霸道。他就以汉臣王猛呢，呃，封他为当京兆尹，主持朝政。眼见汉人执掌这个书要，底人那些豪贵是又气又恼，对苻家、啊、当时有一位立有大功的。 这个顶足强豪叫范式，酸不拉几的对王猛说：“看，五倍耕之，你竟然还吃现成的粮食？你看我们这个耕完了田地啊，这他也是个比喻啊。你你作为一个汉人，你还能吃现吃现成的？王猛呢根本就不怕，就讥笑着回答说：‘君不但为我耕之，又将为我催之。哎，你不但为我耕粮，最后、啊、你还得给我做熟了给我吃。’ 一听王猛如此说，怒极之下的范氏当众就侮辱王猛说：“我一定要把你的小子脑袋砍下来，悬于长安城门，否则我就不活在这世上。”苻坚呢，很快就知道，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大怒，他私下对王猛说：“我找机会杀这个老混蛋，朝规肯定能得以整肃。”你看这君臣两个人正说这个话，这阵儿有这个患者禀报，这个范氏正好要进宫言事，呃，进宫来奏事。 范氏在那抠头，就说：“不，微臣我要有事要要要禀奏啊！”那个辅监根本就不理他，他转头就对王猛就谈起别的来。哎，我想让这个杨呀、啊，这个、小伙长得挺帅，娶我女儿。杨弼这个人怎么样啊？范氏一听呢，勃然大怒：“杨弼是我女婿啊，订婚好久了，陛下你怎么能让他娶公主呢？”王猛趁这个机会就高声斥责他。 陛下，天下之主，你竟敢和陛下争女婿，真是一点没有尊卑上下。范氏这个底族人是个粗人，他起身就要打王莽。左右群臣见状啊，赶紧过来拉拉扯扯的解劝啊。范氏就站在那里破口大骂。辅君这个时候大怒，你看，此等臣下仗势他自己是底族豪强的身份，竟敢在自己面前动粗。于是他马上命令武士，把这个范氏给牵到马厩。 牵到马就干嘛？力斩！见到这种情况，在宫内上朝的还有好多底族贵族了，纷纷跪倒在地，要为那个范氏求情求命，根本就没用。而且呢，这个底族一些好强就讲，你看王莽这个人就是个坏人，他又不是咱们底族，他作为汉臣啊，净撺掇你干那些坏事儿。府一听这就更气了，手执皮鞭，对这些底族贵族啊、这些王公贵族，或打或骂。 一时之间，朝廷之上乱成一团。见此乱状，大臣权义就头一开始跟他劝他那“在德不在贤的那个人就说了：“这个陛下您呢，有汉高祖宏达的气度，但您现在这种对待大臣呢，您谩骂斥责又鞭打的态度，其实也不可取。”苻坚啊，当时你别看在那气头上，哎，听这个大臣权义一劝呢，气儿也消了。他就笑着说：“朕确实有过错，把范氏杀了。” 这件事情过后，朝中那大臣、公卿，特别是底族的贵族，深知有皇帝撑腰，从此这些人就特别特别怕王莽。王莽呢，还和另外一个人中层邓羌，这两个人齐心协力，数月之间在朝廷是整肃法纪，杀掉贵戚豪强二十多人，其中还包括苻建的七弟强德。所以一时之间啊，前秦。 啊，这个朝廷啊，一下就得以整肃，风化大行，国内是路不拾遗。看到这种情况，苻坚当时就叹息：“我现在才知道天下是有法可行，才知道天子的尊贵和威严。”我们前面讲桓温的时候呢，讲到桓温率领大军攻发前燕的这个慕容氏，苻坚呢当时唇亡齿寒嘛，这个这个知道这个道理，他就派军呢去救护前燕。 呃，最后呢，使得这个桓温大败而去，这一战役呢就仿头之战，这一战役呢等于使得前燕的慕容氏政权呢得以苟延残喘。那么前燕的国主呢，哎，当时这慕容伟从苻坚处求兵嘛，求救兵嘛，就许诺割五老以西之地啊给前秦，给秦国。但桓温败走之后呢，慕容氏呢变卦不给了，等于自食其言，这一下惹得苻坚大怒。 自此就下定了要击灭燕国的决心，于是呢，他下令以王猛为主帅进攻燕国。我们中国历史只要是说到苻坚，就不可能不提及他手下最重要的谋臣这个王猛王猛字景烈，他是北海巨人，巨在哪儿呢？今天山东的昌乐。这个人从年轻时代就博学多才，喜好兵书，气度宏远。平时呢，他见那种谈不上看不上人，理都不理。 所以说，当时的浮华之士都觉得这个王莽这个人是个痴人。你看，没事天天摆着架子，见桓温也闷尸耳谈。那么，桓温第一次入关的时候呢，王莽我们就知道披件破长袍请见，对着桓大将军，你看这个这个旁若无人，大谈世事。魏晋风度最重要标志之一的闷尸耳谈，哎，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出于这王莽、王景烈。桓温呢，当时大为惊奇，就是。 在这个王猛临走的时候，又送他车子，又给他官儿送，拜他为高官都护。最后他临走的时候，就劝那王猛呢，跟自己一起到江南。王猛当时呢，也起了心了，就回到华云山问他老师，得到什么回答呢？你怎么能和桓温并世相处呢？这个人太嫌太难相处了。你在北方这里待着自可以富贵，何必舍近求远呢？于是呢。 王莽就辞官不就，就没有跟桓文回到江南，继续留在关中地区。那么苻坚当东海王的时候呢，心有大志，他就听说王猛的大名了，就派人把他招过来相谈。这俩人一见面，好像一见如故，就有那种刘备遇到孔明的感觉。王莽呢，他当时就成为苻坚的主要的谋臣。苻坚登位之后呢，就任王莽为中书侍郎，因此一时之间啊，明法遵行。 啊、这个这个禁治豪强，一时间啊，前清国家啊就国内大治。接着呢，苻坚又升官啊，给王莽，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啊，居中宿卫，一年之内五次高升，君臣风云际会、啊，是言听计从。所以说，当时苻坚对王莽是荣宠莫比。那么我们再说。 这个前燕，这个鲜卑皇帝慕容伟在苻坚的帮助下，先前他不打退了桓温的进攻吗、啊？他反悔前言，不再割地给秦国了。他国内皇族起内讧，那功臣慕容垂呢，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带着一大家子这个、这个、这个儿子和侄子投奔到苻坚这里的前秦了。苻坚呢大喜过望，一面封慕容垂为高官，一面就命令王莽，哎，再给我谋划，咱赶紧把燕国灭了。 苻坚平生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爱才容人。最致命，而且最后导致他家国丧失的，也正是这种游人和容人。你看，成就你的，最终有可能也会毁掉你。两晋时代的人物我就特别崇尚仪容谈吐，帝王啊、士人、啊、读书人往往惺惺相惜。你看那慕容氏一家人，个个倜傥不凡，容仪甚伟。 因此呢，苻坚每次见到这些慕容家族的人，都叹赏不已。啊，谈过一阵之后，赏赐巨万，而且呢，往往授给他们有实权的那些高官。王往,往对此特别忧虑，就劝说这个苻坚：慕容垂呢是燕国勋贵，这个人宽仁待下，恩结世庶，燕赵之地也都有奉待他的呃这样的一种意愿。你看他那些儿子，个个都是名义能干，人中龙虎。 所谓蛟龙猛兽，不可驯养之物，我觉得啊，咱们还不如把他们都除掉了，以免留着后患。苻坚当然不听了，我现在正是以恩义招致天下英豪的时候，如果你把慕容垂他们杀了，那后人将如何评价我？慕容垂这个人呢，也确实特别会韬光养晦，哎，大有从前刘玄德那意思啊。他充当向导，哎，获封为这个前秦发燕的冠军将军，那和这个。 呃，秦国一起攻打自己的祖国燕国。那么，大概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呢。说起这个鲜卑燕国，我们大概其说一下。大概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了，在今天希腊穆伦河以北的蒙古草原上，聚集着众多的游牧部落啊，常年征战啊，最后慢慢统一了、融合了，形成强大的鲜卑种群。当时呢，这个与鲜卑人习俗相近的啊，这个语言差不多的，还有乌桓，有时也叫做乌丸啊，这个部族。 那么，公元一世纪五十年代呢，从前盛极一时的匈奴分裂了，南匈奴的内附东汉，北匈奴的就往西跑了，呃，今天广袤的蒙古草原就成为无主之地了。于是那些鲜卑人就出战漠北，乌乌桓人就乌丸人出战漠南。那么匈奴余众就跑来，剩下那还有十多万帐落了，就这些人慢慢就融入了鲜卑，他们也自号鲜卑，由此呢，鲜卑越来越强盛。那么，公元二世纪中期。 在鲜卑，哎，当时有个叫谭石怀这个人主政的时候呢，有甲士十万，军力大盛。他手下主要的部落呢，同盟、哎、有三部：中部大人慕容，就是慕容燕国的祖先；东部大人的怀头，就是宇文部的祖先；西部大人叫推演，就是日后拓跋部的祖先。那么在三世纪早期呢，鲜卑又在科比囊哎这个可汗的统治下更加强大，而且慢慢开始汉化。 我们要知道，这十六国政权当中啊，属于鲜卑这一支系的就是好几国，前燕、后燕、南燕，这都慕容氏；还有北燕，这北燕是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建立的；还有南梁突发式鲜卑、西秦、祈伏式鲜卑。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六国历史，你就看这么多小国啊，全是这个呃鲜卑种族的。慕容氏鲜卑呢，因为它肤色比其他的鲜卑种落的人要白皙。 所以说呢，一直也被人称为白布鲜卑。当然了，有的也说，因为他们爱穿白袍。不管怎么说，反正这这个慕容鲜卑长得都特好看，确实这人都挺白，挺高大。在魏晋相交之际呢，慕容鲜卑呢已经把部落迁到这个辽东那些地方，长期呢袭扰汉人的边境地区。西晋灭亡的时候呢，那慕容伟他趁乱自号鲜卑大单于。 公元三百三十七年呢，慕容伟的儿子这个慕容晃，哎，他就自称燕王了，而且呢，把当时那个石虎大军打打败，杀掉后赵八万多军士，大胜后赵之后呢，这个、慕容晃自信心大涨啊，迁都龙城，就是今天辽宁的朝阳，接连击破扶余、高句丽，攻灭了这个鲜卑的他，就是跟他同属大鲜卑这个宇文鲜卑。 等于成为广阔辽西地区的真正主人。西晋灭亡的时候呢，大批中原汉人投靠慕容鲜卑，而且呢还撺掇慕容氏你不要采取仇视奴役汉人的政策。慕容氏呢又假装呢一直以东晋为宗主国，就吸引了好多中原，哎，在中原羯族高压之下逃离的不少汉人。那么在东晋永和四年，也就公元呃三百四十八年。 哎，这慕容晃死掉之后呢，他的儿子慕容俊就继位了。这个时候的燕国呢，已经有大军三十万，农耕发达，国力强盛。冉闵就那石敏，从天叫石敏，后来冉闵灭掉羯族后赵的这个石氏之后呢，燕国就出兵猛攻冉闵。我们现在都讲过，讲讲冉闵的时候，正是由于慕容氏一直向东进啊称藩，而冉闵这个汉人呢，竟然在当时在北方称帝。 所以当时东晋啊，就对冉闵，同样作为汉人的这个帝王，就见死不救。慕容俊在北方地区攻杀冉闵之后，他在公元三百五十二年称帝了，他就不再以东晋啊为宗主国了。他在哪儿立首都呢？在这个蓟城，蓟城就是今天的北京。呃，这个呢就是燕国，就是前燕。等到东晋政府这个时候缓过味儿来，一看，你看先前像自己称臣的慕容鲜卑建国称帝了，后悔了，为时已晚。 当时呢，前燕占有今天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的大片地区，黄河流域唯一和它能相抗的，只有底族政权这府氏建立的前秦。公元三百六十年的慕容俊病死了，他的儿子慕容伟呃继位，当时才十一岁，朝政呢主要掌握在慕容俊的弟弟太原王慕容恪和这个慕容伟的弟弟啊这个上庸王慕容平手中。 那么慕容恪呢，是汉化特别深的鲜卑贵,贵族，忠公不二，清真自守。慕容恪执政的七年是前燕最为安定的年头。公元三百六十七年的慕容恪病死了，临死他推荐他弟弟吴王慕容垂担当大司马一职。这个小皇帝慕容伟特别庸烈，那慕容平呢，这人就非常猜忌，他就不听慕容恪的遗言。 主要是任命呢慕容伟，的年少得轻的，就也是个小孩少年吧。慕容春为大司马。至此，呢，前燕的气数呢已到尽头了。那么，桓温第三次北伐，吴王慕容垂大败晋军，在方头啊，然而呢功高震主，慕容平等人就日夜想诛杀慕容垂。惶急之下，慕容垂呢只能逃亡到前秦府间处。前燕自折栋梁，所以他灭亡的日子就一天近过一天。 当时的这个前烟呢，那绝对是这个，呃，上上下下全都腐败坏了。呃、就是，不仅群臣切齿，人民的负担也极其沉重。鲜卑上层就穷奢极欲，而且对老百姓压榨极深。因此，苻坚啊率领前秦这个大军去伐燕国，那绝对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东晋太和五年，就公元三百七十年，呃，在这个苻坚的这个命令下，王猛呢是率领邓羌、杨安。 啊，这个包括张豪等十多名大将，啊，率领部骑六万，去发去燕国。苻坚呢，亲自送别王猛，临行的时候就临别的时候，负心相见，就鼓励王猛：你一心攻伐，不要担心我们在国内，我在国内对你哎有所这个什么指示啊，或者内部有人说你话，你放心，根本就。 出现不了任何事情，你就一心为我把燕国给灭了。王猛呢，为了报答苻坚的恩德呢，一路上所向披靡，相继攻下什么晋阳那些战略要地。经过半年的一路打仗啊，最后在这个魏源，今天就甘肃定西，在那里几支军队会师了，准备与燕军决一死战。决战前一天晚上呢，秦国有个大将徐成，他归营误期了，按军法当斩。 当时的有个大将叫邓羌的，他认为徐成是自己军将，就替徐成求情。王猛这个人军法特严，你无论你谁，从前立过多少功，该弄死你还弄死你，兼职不许。邓羌大怒，他返回自己的营地，整军领军就要攻杀王猛。王猛呢，经过思考，也被邓羌的义勇所打动。最主要是这阵儿你决战之前你不能窝里道啊，他就说。 哎，我只是想试探将军你一下，您对自己的军将都这么忠信，您对咱国家肯定会更加尽力的。你看，懂得保护自己下属的领导，实际上才值得追随和托付。那么转天决战呢？燕军呢？当时人挺多，好几倍多过这个秦军。王猛这个时候就激励邓羌：“今日之战，只有将军您出马才能成功。”邓羌呢，这阵儿哎，把自己这个挂起来卖了。 高卧在这个床上，就躺在那儿回答说：“如果您答应我封，哎，是封我为司隶这样的高的官职，您就不用担心战事的发展了，我肯定替你搞定。”王猛这着急了，战胜了我保证你能当上安定太守、万户侯，像司隶校尉那种职位啊，不是我能答应你就答应你的。说话之间呢，这个帐外的这个前秦军队啊和这个燕国军队已经开始打起来了。 邓羌呢，依旧哎躺在军帐当中，就是不起来。咬咬牙，想一想自己和皇帝府间这种铁哥们的关系，往、啊、王王行，我就答应你当私立这个校尉了。于是呢，邓羌就在军帐当中大开酒坛，猛灌老酒之后，他和手下的先前被他救出来的徐成啊、张毛这些大将跨马运硕飞驰进入慕容平的这个军中，冲出冲入，如入无人之境，夺旗斩将，杀伤甚重。 所以说，你看，成功这个事儿，你还不能光靠没事用嘴打鸡血啊，哎、鼓励人家，有时候还真得来点实质性的激励，才能事半功倍。一上午呢，大战下来，虽然说人数比较少，但秦军伏斩五万多燕军，乘胜追击，又伏斩十多万燕军。王猛连战连捷，率领秦军围攻呃，燕朝都城邺城。苻坚这个时候得知消息，大喜。 他以帝王之尊，自己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御驾亲征，前往接应自己这个得胜的大部队。最终呢，前秦的军队乘胜得势，就是、大军攻陷邺城，燕国的首都，俘虏了燕国的皇帝慕容伟，还有太傅慕容平等人。最后呢，查收一点算燕国那个户籍账册，接收一百五十七郡、一千五百七十九县，多少人口呢？九百九十八万。 实际上这个远远不止这个，但基本上户籍上就这么多，但是已经将近千万了。你知道这个将近千万，这在我国古代是个多大的数？那么灭亡燕国成功之后呢，王猛又替苻坚不发一兵一卒，写信说服了凉州的割据军阀张天锡，命令这个人呢啊奉表来称来向前秦啊称藩，就当臣子。而后君臣合力，攻取了凉州、益州，至此呢西南等地。 皆归附于啊前秦，到王蒙死前，苻坚的前秦帝国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以当时天下如果算十分来讲，前秦已经占有七七。苻坚与王蒙的君臣关系特别融洽，他常常对他自己太子说：“汝是王公如是我也。”那也说你对待王公就跟对待你亲爹我一样，他也是你爹。所以说他们这个君臣交心的程度啊，历史之上只有刘备和诸葛孔明啊这种关系可比。 宁康三年，就五十一岁的王猛一病不起。他临终时上书，希望苻坚知道功业的来之不易，做国君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王猛弥留之际呢，苻坚呢亲自就到了病榻前，你知道吗？那真是握手唏嘘，满含热泪。王猛当时就说出自己的最后的劝诫和忧虑，说什么呢？你看江南的晋国虽然局促于偏僻的吴越之地。 他们毕竟是正朔相承，我们对他们应该勤修邻国之礼，不应该随意啊就想把晋国灭掉。而鲜卑这些羌酋，他们才是国家的仇敌，最终必为我国家大患。您应该逐渐疏远他们，消除他们，呃，以此来有利于我们的秦国的个社稷。你看，苻坚在王莽生前对他是言听计从，唯独对他临终的遗言没有听进耳内。 而后呢，前秦的败亡果真是应在这两件事儿上。假如天价七年，就王景略、王猛多活五年，天下最终肯定是呃被前秦统一了。王猛死之后呢，苻坚呢没人管他了，没人约束他，有所放松。你看，他的作为这个一国皇帝吧，热衷打猎。有一段时间呢，他跨马持弓在西山追射野兽，十天半月也不回宫。最后呢，宫内有个演员。 哎，这个人叫王洛的，是个汉人，扣马耳谏，就说你看，万一您有个什么闪失，太后怎么办？天下怎么办？哎，你看，听这个演员，听这个这个这个没事，天天给自己演戏的人，都能有如此大的远见。苻坚呢，当时大悟，非常惭愧，自此呢，不再以涉猎为乐。闲暇的时候呢，苻坚这个人呢，特别留心儒学，而且在长安啊、各州啊、啊那些这这个、这个、这个广设这些学校。 而且呢，使得这个当时百姓这个徭役啊、赋税啊都有所减轻，因此前秦国家的百姓啊是安居乐业。军事方面呢，苻坚大帝也干得有声有色，啊，他不仅发兵，呃，打败了东晋凉州刺史的这个梁亮，击败了这个蜀地张裕那些人的叛乱，他又派兵十三万讨伐张天锡。那么张天锡这个前梁政权，呃、又是如何呃这个被苻坚攻下的呢？哎，我们下一集。 接着讲。